各位好，欢迎来到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然后我们在这次目标，我们想要探讨在第一次的作业由学员提交的这些成果，我们想来挑出几个可能在学员进行这些作业过程中所忽略的一些议题，然后过程中我们也去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作业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规划。那首先呢，你可以来看回顾来看第一周的进度。那我们除了介绍这些线上的教材以外呢，那我们有探讨说像计算机的编码，特别是这个 linked list。那 linked list 其实在 Linux 核心呢是用得非常广泛哈。那很可能有人会有一些偏见哈，认为说这个 linked list 是简单的时候才用哈，然后多数时候会用，看起来比较快的，就是在时间复杂度看起来比较低的这个资料结构哈，但事实上不然哈，其实我们常常呢在 Linux 核心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linked list。好，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哈，你可以看到说像我现在这个电脑画面啊，那我有64个核，那实际上是32核了哈，那就是开这个Hyper-threading 这一机制，好，然后如果说你去看说我现在现有的这个执行中的任务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哈，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总共有几个呢？在这边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有1000多个任务哈，不过不要被吓到了啊，我电脑没那么繁忙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任务呢？其实有很多都是所谓的这种kernel thread 哈，所以你看到这边有放括号的地方，它是 kernel thread。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非常繁忙的哈，那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有这么多任务啊，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它会建立、会释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会去用 linked list 这样的资料结构去串接哈，所以你就想到我今天一个任务建立之后啊，比方说我看 PS3 好了，啊，那从 PS3 你可以从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比方说这边有个 container D，那 container D 呢，它会由这个 process 建立好多个子的 process，那这些 process 之间呢，你可以看到说它用这个 PS3 可以看到它这些关联，好，然后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process 会建立，会有删除，好，那诸如此类这种问题，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哈，那 linked list 其实在这过程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把它串接起来，好，然后呢，事实上不止在这些任务的列表哈，那在很多地方呢，比方说一些工具的程式呢，linked list 是用得到的。好，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去探讨这个linked list 的这个使用。好，那你也可以回顾看说我们之前的这个教材，在 linked list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说这个从Linus Torvalds 他在 TED 的访谈开始哈，那你可以看到说像画面中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开头啦，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这样子运作的哈。然后我们这边就讲到这个 Linus Torvalds 的访谈哈。那这个访谈呢，其实你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两个关联在哪里哈？其实简单说，这个关联在于Linus Torvalds 在2016年的时候接受 TED 的创办人，然后做访谈。然后原则上 Linus Torvalds 很少，就是虽然常常出现，但是他很少是直接一个主题来做演讲，他比较喜欢接受大家的讨论访谈哈。然后呢，他就提到一件事，就是说他不是个 visionary，然后就是很有愿景的，或一定要怎么带领人类要怎么突破啊。他不是，他说他就是一个工程师啊，而且他作为工程师呢，他是什么？看着地面人啊，然后修补面前的坑洞啊，以免跌落进去。然后呢，他讲除了讲这个议题以外呢，哈，他举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画面中这段程式，好，你可以看到说，像这样的一个 linked list，如果想要把某个节点删除掉，好，比方说像这个节点，我想把它删除掉。那删除的话呢，其实我们不用急着去释放记忆体，好，在 linked list 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弹性。其实我们只要做什么呢？只要把这个节点原本是一连到 A，A 又连到 P，啊，那我们就直接把 A 连到 P，好，那这样就可以做到删除 A 这个节点。好，那你们好奇说，哎，那 A 所占的这个机体空间怎么办？
我们可以事后啊，事后再去释放机体啊，因为我们在意的是资料的储存本身。好，然后呢，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你看到原本这个程式呢是这么多行，好，注意看到这么多行，好，它有十行。然后呢 ，Linus 在这个访谈里面呢，他提到什么呢？他说其实呢，这个十行程式码可以变成四行，好，然后他就举到一个说，他说这个程式呢是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版本，好，注意到他是原本就讲这个味啊，养这个词，好，那注意到呢，这边的技巧在哪里呢？这边技巧在于指标的运用，好，注意看这个指标的指标，好，那原本程式码为什么需要写到十行呢？好，因为呢，我们的最初目标是要删除给定的一个节点，可是这给定的节点呢，有可能在最后面，有可能在中间，也可能在开头，好。那如果呢，节点是在开头的时候呢，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节点是在开头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件事，对吧？就是你要去考虑说，我删除之后呢，哦，我删除这个节点，那 head 肯定就要改变位置嘛，哦，那所以在他就提出来，有没有可能我们不需要特别去改动？好，那在所以这也我们有这个link list 这个系列讨论，好，那所以我们在第一周呢，其实有特别讲这些事。然后除了这以外呢，我们有举一个我们之前的随堂测验，好，就是讲说这个 linked list 的题目的分析啊。那这边有这个这边有这个解说录影，好，那你也可以去参照，好，那就是带大家去想，好，就是一个 linked list， 好，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接啊，然后后面做什么操作啊。那如果说你对 linked list 比较熟悉的话呢，你应该遇到即便是这种状况啊，你没看到这种啊，当然显然这个不是为可能不是那么实用的东西啊，但是这其实在看你头脑清不清楚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从 head 开始，下一个下一个下下一个下下一个下下一个啊，诸如此类，这样到底会得到什么。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考验你啊，对这个 linked list 的这个熟悉的程度啊。然后除了这以外，我们在随堂的测验里面呢，啊，就是我们的随堂测验里面，其实都会有些延伸问题啊，那你可以去教他对照来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第一周呢，就是带着大家去了解这个Linux 的一些线上资源啊，然后了解一些电脑的基本概念啊，我们是从很基本的东西开始讲，比方说这个补数系统、二补数啊这样的一个议题开始探讨。然后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周的这个作业啊，在我们在做 code review 之前，我们要先搞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好，那在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label zero 啊 ，label zero 的这个一个专啊。然后呢，目标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探讨 Linux 核心之前，让学员确保说自己对C语言的这个认知哦。那你会遇到一些可能比较进阶的议题，然后你可能没那么常用，但是在 Linux 课程其实用很多的哈，比方说这个不定个数的参数啊，不定个数的参数就讲这个standard argument 这种哈，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点点点。好，那这个东西啊，注意到啊，千万不要小看哈，这些点点点啊，这些的这个处理啊，这个在 Linux kernel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哈，因为我们的所谓的核心呢，除了提供必要的服务给 user space 以外，啊，我们还特别考虑到什么呢？我们这些核心呢，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工具类型的，啊，所以你会在 Linux kernel 里面看到大量的 macro 啊。大量的这些可能是 inline function 啊，好，反正就是它会有很多工具的层面存在啊。那这个工具层面的东西呢，就有很多是像画面中这样的啊，你就需要透过这种啊，就是这种不定参数的这种用法啊。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去对 signal 啊有一些基础的认知啊。当然你需要先查阅一些资料啊，就像这样子。去查阅资料哈，然后我们会在之后呢，才会透过这个教材的准备，以及还有对应的练习，好，让大家去更了解这个 signal 啊。那 signal 本身呢，它的难度在于说它是有同步也有非同步的啊的一个通讯机制。然后呢，这个机制呢，其实你要知道它的成本
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只有 process A 跟 process B 之间的通讯，好 ，signal 这个机制呢，很可能会从 kernel， 对，你没有听错哈，就是从作业系统核心去对特定的任务发送 signal 啊，这个场景其实是很常见的哈，比方说你想个想个很直觉的议题啊。就是假设你今天存取机体的时候存取错误了，好，比方说你有一个比方说你有这个page fault， 好，然后呢，我们 page fault 呢有三种，好，那如果你遇到的 page fault 是 invalid， 好，那这 invalid 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比方说你一定要对零这个地址啊去做资料的存取，好，那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应该很熟悉这个讯息吧？好 ，segmentation fault， 好，就说你对着零这个地址，对着这个 null pointer 去做机体存取的时候，好，那因为 MNU 好，在 MNU 的设定来讲，多半的时候 MNU 这个设定来讲，这一段是不准读取啊，也不准写入，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说，显然这样的一个操作呢不是合法的。好，可是呢，这个 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讯息不会是应用程式自己写的，对吧？好，因为你存取那些指标什么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程式自己的行为。那所以这个讯息就是你得到 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讯息到底是怎么传递来的？好，事实上就是从核心来的。正确的说法是核心捕捉到这个问题，捕捉到什么问题？捕捉到 page fault。而且它是属于 invalid patch fault， 好，一旦核心侦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好，会做必要的善后动作，之后呢传送 signal 给 user space， 好，所以这个程式呢我就等一下就停止执行了，而且是属于这个 abnormal termination， 好，就是非正常的离开。 好，那这个呢就是显然呢它背后的学问啊其实蛮多的啊，那不过在这个作业设计来讲，只是希望大家顺便啊去查一些资料。好，除了这以外的话，在这个西元其实呢，西元标准函数库呢是有例外处理的，有 say jump、long jump 啊。那我们在这个给定的程式里面也有 say jump、long jump 这个对应的那个使用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过程中可以去运用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说，你千万不能把西元只当做一个程式员来看待，哦，其实你要把西元想象成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组合语言，哦，那它这个很贴近硬体，然后呢它的很多行为会对应到作业系统，哦，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 signal，哦，注意到呢这个 signal 呢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西元标准函数库的一部分，好，所以像我刚才讲那些机制啊，比方说遇到这个 segmentation fault， 好，或者遇到一些状况啊，比方说除以零的问题，好，那这个其实有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处理机制。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有些程式语言它其实没有特别好一定要对应到作业系统的行为，好，其实你看很多程式语言它其实跟作业系统有关的行为，它可能是另外的套件，好，它可能不是标准的函数库，好，它是一些扩充，好，但是在西元来讲话呢，你会发现说它的标准函数库呢包含了多种来自作业系统的行为的对应，好，这个是一个要特别去留意的议题。好，然后在这个作业设计来讲话呢，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去熟悉这个跟 Linux 的开发工具，好，所以你有做过这个作业应该就很熟悉，我们有两种分析工具，一个是静态的 CPU check， 好，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换成其他的静态分析工具，然后另外是 Wargreen， 好 ，Wargreen 就是做一个动态分析的，好，那当然这个 GitHub 跟 Git 使用，你做完这个作业应该会有更深入的这个认知哈。那在这边来讲话呢，我们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自动的测试机制啊，这自动测试机制，比方说我来玩一次给大家看。比方说，好，那你取得这个作业完了，它叫做 lab zero， 好 ，lab zero dash c， 好，就表示是这其实题名字没什么创意的，好，只是我只在特别标注这是带着大家学习 C 语言的啊。好，那你可以呢先编译这个
城市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哎，我最后会得到一个执行档啊，那你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执行档，它是 ELF 格式的什么执行档啊，针对这个64位元的架构。好，然后呢，如果你直接去执行这个 Qtest 的话，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有命令提示的哈，它也有对应的这个命令说明，好像这样。好，然后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自动测试讲什么呢？比方说你打 Mac test， 好，你打 Mac test 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哎，这个显然就很多是在做执行的，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说它前面有不同的这个测试的目标，好，而且这还有什么？还有分数的，好，所以可以让你做一个学习，好，就是看你做的状况，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目标是 Linux kernel， 好，我们这门课最重要在带着大家理解 Linux kernel， 但是我们不能急着把 Linux kernel 一行接着一行程式码去看，好，第一个太庞大了，将近2800万行，我们不可能一行一行看，好，就算你一行一行看，你可能也没有看到关键的程式，好，你可能总是这样迷路了，好，这事物发生的，好，那所以你其实呢，反过来说，你要去想啊，既然坑那么大，你要懂是吧？要知道人家为了什么改，好，甚至更好的是什么？哎，你大概知道 Linux 坑会朝什么方向去做，好，哎，说哇，你又不是什么神仙呢、啊，怎么会知道说下一步要做什么？好，其实呢，我可以从这个开发的蛛丝轨迹啊，蛛丝马迹啊，去看这个嘛，它发展的轨迹，好，然后呢，这个Linux kernel 呢，其实它会有预留一些讯息，好，就是说它会在实作的时候，它会，比方说在 Git log 里面，然后就会讲说，哎，这个东西呢，我们去改善某某模组某某功能的效能，好，但是其实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好，或者说，哎，它有一些特定的限制啊，好，那所以你可以看说，哎，也许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去做了，好，那当然也可能是你投入。其实学习 Linux kernel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贡献 Linux kernel， 你在贡献 Linux kernel 的过程中，就会跟这些开发者互动。好，而且呢，如果你每天都跟这些所谓的那种技术大牛啊，就是这些高手啊，跟他共事的话呢，好，那这个你看得很快。好，然后我们刚才执行到这个程式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它有不同这个测试项目啊。那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哎，我有个测项呢，好，哎，没有那么顺利啊。你可以看到什么？哎，这个，好，他跟你说什么呢？他就要去检查哈，是不是这个常数时间的复杂度啊，结果发现这样，它不是常数时间的复杂度啊，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就扣了5分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作业啊，那这个作业描述呢，请你去参照啊，其实我们这个也有之前有提供对应的这个解说影片。好，然后我们在这个任务来讲话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要去建立一个，就是你要去实做一个 Q 啊，然后在这个 Q 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相关的操作呢是还没有实做完啊，所以要靠学员啊去完成的。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专案呢，哈，最初呢是改写自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哈 CMU 啊，他们的这个他有一个叫 C Programming Lab， 我们从这边改写的，但是我们有做一些做一些调整，尤其是像这个 Qsort， 那 Qsort 我们就要求学员呢去实做一个递增顺序。好，注意到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看错，这个 Q 是怎么实做出来的，这个 Q 就是用 Linked List 实做出来的。好，那但是我们为什么称它 Q 呢？因为 Q 本身是一个 ADT Upstream，这个 ADT 的全名呢叫什么 ？Upstream Data Type。好，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呢，我们在规划程式的时候，往往会希望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处理资料的，就是真正储存资料的本身啊，所谓的这种资料结构，还有它的相关操作可以脱钩啊。比方说，我想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呢，建立一个资料集合啊，或者是一个资料储存媒介，一开始可能是空的啊，绝大多数都是空的吧，对不对？然后呢，接着我可以把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元素啊、第一个个体加进来，接着加第二个、第三个啊，然后接着你会做什么事？你可能要反转特定的顺序啊，就是原本是一二三的排列，我想要反过来3 2 1啊，这是一种。那或者说呢，我想要把特定的节点删除掉。或者说我要去新增特定节点，好，所以注意到呢，这件事
我们刚刚讲那些操作呢，原则上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期待的操作。但是最终呢，是怎么去实做？它可能是一个 linked list 的方式去实做，这是一种。也可以用 vector， 对不对？啊，你用个阵列，啊，一个，你可以用连续的机体去实做。啊，所以你看，像我们刚才讲 linked list， 啊，就是你是这个什么不连续的机体，好，但是你也可以用 vector， 好，本质上它可以对应到连续的机体，好，那甚至呢可以把连续的东西不连续的东西把它混合在一起，好，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 skip list， 像这个 skip list 呢，它就是把这个 link list， 好，它做一些变形，好，你可以刚刚说像这个 link list 它就做变形，好，那就是说它的策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接着一个去串接的话，那效率就差。好，但是呢，哎，如果说你可能让特定的一个资料呢，它是可以连续的话，好，那就是说，我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好，你每次都要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去存取，好，那这样效率会差。但是呢，如果说你让比方说特定范围的资料它是连续的，好，那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对 locality。好，是有帮助的。好，如果你不晓得我在讲什么的，没关系，我们来找一下 locality。要加 cache 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我们所谓的 RAM 啊，就是 RAM 的全名叫什么？叫做 random access memory 啊。那这叫做 RAM 啊。那 RAM 呢是随机存取的，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存取前面、存取后面、存取中间，好。或者中间的前面、中面的后面啊，这些机体位置呢，怎样？你指定不特定位置呢？那但是我存取这个成本啊，我们可以认为说它是随机存取的，而且成本是固定的啊，或者是相似的啊。其实正确说法是相似，不见得是完全一样啊。但是 cache 不是这样 ，cache 是 sequential 的啊。所以注意到啊，我们讲的一般讲的 memory 啊，讲这些DRAM 啊，那我们讲是 random access， 但是在 cache 是什么呢？它是 sequential 啊，所以 cache 呢，它存取的时候呢，就是它会照着特定的顺序。好，那所以你在设计这个机体的时候，你要特别考虑到，因为 cache 就是快啊。那这个是依据这个机体的不同阶层哈 ，memory hierarchy， 那 cache 快，但它小啊。那你的 DRAM 慢，但它可以很大。好，那当然你的硬碟你的 SSD 更大，哦，当然它就更慢，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 hierarchy cache 很快，可是呢它的存取它不是随机的存取，它是 sequential 的，哦，所以为什么会有像 skip list 这样的变形，哦，就是特别考虑到这种效率的议题，哦，但是呢不管怎样呢，它本质上都是什么，本质上都是一种储存的媒介，哦，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储存媒介把它跟我们真正要做的东西抽离开来，哦，所以我们会说 Q 本身呢是一种什么一个抽象的啊，抽象的一个什么资料形态，哦，那注意到这个词，哦，abstract 这个字其实呢你把它翻译成抽象是一个约定成熟的字，哦，但是这个词其实很不好理解，但有部分也跟你我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关，哦，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很可能都没有机会去思考抽象的事，对吧，哦，比方说你小时候如果问爸爸说人生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爸爸会生气嘛，对吧？好，那如果在考前一天问你这件事，一定会把你打死了，对吧？好，就是因为考前一天说人生是什么，哦，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哦，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写程式的时候一天到晚想这些事，对吧？因为我们要为了要达到很具象的事情之前，我们要去想一些抽象的，哦，因为想就是说，哎，我同样做排序。我这排序呢，我排序演算了那么多，我能不能对外说，就对外就说我是一种什么排序演算法，我不用管我是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插入排序，我不用管它是什么样的排序，我就跟对外说排序。好，那依据呢资料形态，依据资料类型，或是依据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的需求，好，我们再去动态去选择这个排序。好，这个本质上是什么？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好，所以就是这个 abstract， 好，但是因为抽象这个词其实你我的那个认知，好，至少我自己的，好，抽象这个词其实很抽象，好，对吧？好，你知道具象的相对面叫抽象，但是抽象你没有搞懂，好，但是你如果换一个方式翻译你可能就比较理解了，好，你可以把 abstract 翻译成什么？
一个简要的想法。好，你看啊，再讲一次啊，如果你把这个词不要把它翻译成抽象资料形态，你把它翻译成简单的、简要的资料形态。好，也就是说，我不管它是 linked list， 是 vector， 是一个 heap， 好，或是一个更复杂，可能是一个 graph， 啊，但是不管，我就对外呈现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式，好，就是一个我简单描述，好，比方说它可以存资料，它可以这样，它可以压缩，它可以膨胀，好，就是你只有做这种基本描述，好，我们就称为叫 abstract data type，ADT。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那个什么，Q 本身它就是一个 ADT， 好，所以注意到哈，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作业最重要的是带大家去实做 Q 这个 ADT， 然后呢，我们的手法使用 linked list， 好，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你这一次呢去实做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底下有这些操作对不对？好，我把这些 insert 啦，好，把这个 remove 啊、size 啊、reverse 啊这些东西呢，你这一次用 linked list， 下次你可以用别的啊，你可以用别的这个。其他种的 ADT 来做，好，那这个是可不，这个是完全可以，因为你建立一个什么界面，好，所以特别强调这件事，好，我们带领大家去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 interface， 好，那看到 interface 呢，如果说你之前学过 Java， 你想，哎，这个不是 Java 的那个保留字，好，注意到啊，它不是讲 Java 那么窄的事情啊，不是，好，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是一个设计上的思维，好，只要有心。任何语言都可以改写成物件导向，不是说只有物件导向程式语言才能够写物件导向，物件导向程式语言你会说叫 OPL， 其实它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在我的认知它是一个 marketing term， 就是说它是一个市场行销，或者它针对特定语言去特定需求去特化，然后针对物件导向特化，那这样这例子像 C++ Java 都是，但是注意到这仅仅只是给你一些便利，那你真正要去思考的时候呢，还是要什么用物件导向方式去思考。好，所以注意到啊，物件导向是一个手段，那这个手段呢对程式语言的开发是有影响的，所以才会有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OPL。 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是说呢，不要被这个拘泥住，不是只有程式语言能够让你有这个思维，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比方说现在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把什么 ADT 特别强调那个 abstract 把它抽离开来，然后实作手法再怎么再特别去规划。所以比方说呢，在这个作业来讲的话呢，特别注意到 Q， 所以你可以看 Q.h 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界面，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呢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描述，比方说在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会透过什么，透过 linked list 去实作，所以这边有一个下一个节点，那注意到在这个作业来讲的话，它会把那个 element 把它缩简称为 ELE，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叫 element， 好，然后那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实作我们的这个 Q， 那就是我们前面先规范的什么，去规范的这个 element， 然后呢接着我们去规范这个 Q， 然后呢所以注意到这个是一个 ADT， 那当然你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后面很多操作对，像 free 啊、 insert 啊、 size 啊，那接着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手段去实作，甚至包括说前面不是讲到 skip list， 那其实你也可以用 skip list 去实作这个 Q， 好，然后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任务的设定，好，然后回顾了这些作业之后呢，我们终于可以来前进到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课程有个讨论区，在这边我可以看到网址，那这个讨论区怎么用呢，就是你可以去发问，你可以去分享你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用法，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单元，注意到这个画面中有个单元，这个算是 Facebook 一个比较新的功能吧，好，就个单元。那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已经做了不同的分类，好，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第一单元啊、第二单元啊、第三啊、第四，好，诸如此类。那这些东西的设计是什么？就是我们就依照我们这个课程，好，就是进行的时间点，然后包含说我们就会去收集，好，就像你画面中看到的，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写的作业，我们会让大家去观摩啦，好，甚至包含说。他会有一些
你不用急着按赞，哎，好，不要再按了，不要再按了，谢谢你，谢谢，好，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单元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去这个什么，就是会诊哈，这些材料，所以你可以去善用这功能哈，就是我们在那个课程进行前后啊，其实都会去整理，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是说，在我们这个作业的设计哈，我们要特别强调要去观摩啊，其实就跟别人协作啊，这个跟大家参加一些课程哦，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很多课程都巴不得学生不要这样，不要去抄袭啊。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很有趣，就是我们会去分，要求大家去分享啊，去分享这个你的开发进度，分享你的程式码啊。你说这样会不会有抄袭问题？放心啊，真正的抄袭绝对不是说把别人的哦，对。你看，我们把这个资讯把它公开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抄不抄袭啊？说真的哈，这个谁抄谁，其实很容易就看出来，对不对？因为你开发过程中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没办法狡辩的啊，对不对？就是你提交程式码啊，就9点、10点，就不同时间你都有提交程式码，对不对？那你就看到这些程式，你可以知道谁改了什么。好，那 GoB 也是一样，GoB 也是有时间记录的啊。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说同样的程式啊，我们在意的是这个程式本身要怎么再去突破啊，程式本身要怎么再去改进啊，这是我们特别在意的议题。好，然后呢，所以你可以去参照这些比方说这个作业观摩啊，可以看一下同学们写的这个作业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写出来做的东西好像跟别人都差不多啊，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真正关键地方在哪里啊？我们去为什么要做这个机制呢？啊，其实不是设计一个机制让大家抄来抄去，其实不是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我啊，就是可以跟各位互动啊。我举一个例子来互动啊，比方说像这边呢，就是一个学员他的成果啊，就是他就进行啊，结果呢，我在后面我就会有个互动啊。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边啊，这边就是我留讯息，告诉学员说。哎，你上面这个程式码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其实这样，哎，其实比方说这个 merge 跟 merge sort 这有两个 function，这样，这边一个 merge，然后呢，下面有个 merge sort，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有什么呼叫的 strcmp，好，这个什么来自 C 语言标准函数库的 function，那这个 strcmp 呢，它是一个 comparator，好，就是一个什么？专门比较大小用的这个 function 啊，可是问题啊，如果我们下一次不是照着题目要求的递增顺序，我们想要递减顺序啊，甚至我也不是递增，也不是递减，我可能是一个什么随机排列顺序，好，那这时候呢就困扰了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这边呢有一个 strcmp，那个什么，在那个。就是它不是，反正就是你会出现两次 strcmp 啊，哎，好看一下，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像什么，就是你原本那个程式可能会出现两次 strcmp 啊，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去这个，如果你要去变更的话，就这样，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啊。那如果说你变更的时候没有遗漏的话呢，变更的时候有遗漏的话呢，其实会潜在一些风险，对吧？因为你看哦，我原本要在 merge 跟 merge sort 这两个地方啊，那我呼叫 strcmp，但是我怎样，我改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没改到啊。然后呢，再来是说呢，比方说像这个啊，像这个它本身有一个 split 啊这样一个操作啊，但是这个 split 呢，从头到尾只有这样，只有给 sort 用啊，所以就 merge sort 用啊，其他地方没用到啊。那所以呢，其实像这种通用性不够的话呢，但是你又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因为不想要把一个 function 写得太长啊，所以你可以改用是吧？把它改写成 macro 啊，或是说呢，你把它标注成 inline 啊，就表示说呢，我在后续用的时候会直接展开好，但是这样，但是呢，我没有要提供给其他用途啊，因为你的通用性不够啊，然后甚至包含说，你看到像这个啊，像看原本的宣告方式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输入呢是指标的指标啊，指标的指标当做输入，好，我没有回传值，好。那当然，你想，哎，为什么 merge sort 不是传一个指标就好了？为什么要传指标的指标？为什么？好，这道题大家你看到，就是假设这个是 linked list，这是 head，这是 tail，好，那假设这个大，这个小，好，然后呢，我要干嘛？
我要照着递增的顺序。那前面大，后面小，显然不是递增嘛，所以要干嘛？交换。可是交换完之后呢 ，head 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再讲一次啊，如果呢，你今天是一个星号，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星号的话呢，会遇到什么状况？因为如果是只有一个星号的话呢，你传递的是一个 head 这个地址，啊，对吧？啊，所以你传递 head 这个地址，你得到的是一个值，但是里面的内容你没有传递，对不对？你要靠着什么指标操作去存取里面的内容。那可是呢，当你把这个 head 跟 tail 交换的时候，所以我就会得到一个新的 head。好，你要说这是旧的 head， 啊，这是旧的 head， 然后这是 tail， 啊，那所以呢，我做交换的时候呢 ，tail 变成新的 head， 啊，可是呢，这个 head 这个地址呢，其实这样，你得到是一个副本。我们真的想改的是，包含说 head 这个什么地址，我们都想改。好，所以原本的做法就是什么，用指标的指标去做。好，注意到这个是 OK 的，好，在运作来讲是 OK， 但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方便啊？为什么不方便呢？第一个啊，因为有可能开发者或者使用这个function的人，他可能注意到怎样，他可能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没有用到指标的指标啊，所以编译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不太顺利啊。再来是什么呢？哎，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就是要 sort， 就是我要做 merge sort 啊，但是我也不想要知道最终 head 新的 head 在哪里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好，就是不，这是这个状况你就可以这样做，就是说我输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指标，好，然后我最后排序完呢，会得到一个新的指标，好，新的这个指标是一个什么新的 head， 好，但是你也可以这样不处理这个回传值，好，所以就这样啊，从这个写法到这个写法的差别在哪里呢？在上面这个写法来讲的话呢，因为我就是给你一个指标的指标，好，所以我透过指标的指标去改动到什么？就是改动到那个透过指标的指标，好，去改动到这个 head， 好，然后呢，但是你看哦，这样的来讲的话呢，我就可以省去指标的指标操作，好，所以这个在开发者来讲，好，就是比较不会搞错，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这个回传值，好，这个回传值呢，你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对不对？就是说，像我们操作就是我就是把1、2、3、4、5、6、7、8、9、10这些什么这些数值，把 insert 到这个 linked list， 好，那之后我就排序嘛，对吧？好，那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操作嘛，好，因为对我来讲，我只要确保这个什么结果是正确就好啊，我其实我有没有达到 head 我不管，好，那所以你可以有接收回传值，也可以不接收回传值，好，所以你可以来讲的话，虽然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好，但是其实呢，哎。在怎么使用上呢是有些便利的，好，好，然后再来是呢，在实桌面，好，注意到哈，这种手法呢在实桌面呢可以带一些便利，好，那我们就来带着就带大家来看，好，所以你可以告诉呢，其实我们真的想要设计这样的共笔，好，最重要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称为叫开发记录？好，我们不是让大家只是来做一个分数的竞赛，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好，我们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可以相互观摩，甚至要求大家相互什么相互 review， 注意到我们在作业要求特别要求这件事，要去 review 别人的作业，做 code review， 所以我现在示范一次，就是怎么去做 code review， 那但是在真正进入 code review 之前呢，你可以稍微瞄一下其他同学，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其实蛮多同学都做东西，那没看到这个打这个什么打这个按赞，好，在做什么呢？就是说 有几个同学呢，他其实做的就其实有提交作业的同学，大家都不错了，但是有几个同学有一些特别的思维啊，比方说举例来讲，像个同学呢就发现什么事呢？他发现说呢，我们有一个测试项目呢是分析是不是常数时间啊，然后呢他就为了这件事去阅读了论文啊，就是我们给你这个论文啊，但是他发现什么事呢？他发现即便是这么短的程式，对吧？你看这个程式。去判断说 Q 是不是 null pointer 啊？如果 Q 是 null pointer 的话呢，我就回传什么？回传 zero 啊。那如果 Q 呢，它不是 null pointer 啊，那我就回传什么？就回传Q 所指的地址里面的什么的那个 size 这个成员啊。然后呢，他发现什么事呢？他发现这个
跑这个城市啊，哈，最后跟你讲什么？最后跟你讲说，他不是常数时间内完成，好，所以这个同学就发现，哎，觉得很奇怪，好，所以他就发现什么事呢？发现说城市码啊，城市码跟论文是有出入的，好，然后这是最初实做这个常数时间分析的同学啊，他的确啊，他也说啊，这什么？哎，这个啊，什么？的确有这个状况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论文的描述跟实作啊是这样，是对不起来的啊，就是不是完会有些出入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跟大家互动来讨论啊，这才是我们真的期待好，在这种实作导向的教学啊，就是特别强调哈。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大家让这个分数的竞赛哈，如果你要分数的竞赛、解题的竞赛，请你去参加什么 ACN 啊、ICPC 这种啊，就是它是解题的竞赛哦，不是我们今天做的是工程啊。所以工程来讲的话呢，不是为了不是只有写程式。我们很多时候还要帮说，我们还有教育的意义啊，就是说，哎，比方说你要去新的成员加入啊，那你可能带着他去了解环境啊，甚至你要带着他去思考啊，现有东西有哪些不足的啊。那反过来说呢，你也会接受这样别人的批评啊，所以特别强调这件事哈。那我知道的确有很多学生啊，有很多同学呢，其实这样对这件事比较反感一点哈，说哎，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光光哈？对，但是呢，你想看我们今天目标设定在 Linux kernel 的时候，就是要给别人看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用 Linux 来解决问题，解决 Linux 的问题啊，然后呢，甚至怎样找出可以改进哈，或者找出一些潜在的这些，不管是资讯安全漏洞啊，或者潜在的这种调整的一个方向哈。那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意的事情。好，好，那我们就用这一份吧，啊，用这份作业来做探讨。好，那在这个共笔呢，你可以看到，显然他就提到什么，他的这个开发环境啊，啊，然后呢，在一开始呢，他就发现什么，发现说题目有要求，啊，就是说希望呢，在那个什么常数那个。在做一些特定操作的时候呢，好，比方说这个 insert tail 的时候呢，好，要求要做常数时间，好，那原本呢是没有这个 tail 的，好，所以他把这个 tail 加上去，好，所以我可以去什么，我可以有个尾巴的操作的时候就快，好，因为原本呢没有 tail 的时候呢，你要从开头，好，然后呢一直走访走到尾巴，好，然后你说这个东西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讲的？来，想想看啊，你看看，好，天底下东西都这样，好，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呢，就是看起来简单，好，对不对？你看，原本是只有 head，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入什么？我们加入个 tail， 好，那当我有一个，好，再重新想好了，看到，我原本只有 head， 然后呢，这时候我加入个 tail， 好，你说不过就是变更这个什么？变更资料结构。你说这有什么影响？有，哦，做任何事其实都有 side effect，哦，side effect 这个 side effect 这个词，哦，比较不好翻，哦，就是中文一般来讲 翻成副作用，哦，不过你知道汉语里面，哦，很多词啊都会这样，都会想得太负面，哦，比方说 transaction， 对不对，哦，transaction 这个字是吧，这个 transaction 这个字叫交易，对不对？好，但是你知道汉语面讲交易都会觉得哎呦，对不对？就是台面下的交易，好，金钱交易，好，而且如果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学教授，男的大学教授跟一个女学生做交易，那你就说哎呦，对不对？好，但是你知道汉语面就很污秽啊，对不对？好， transaction 你可以去查一下，英文的 transaction 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好，一来一往就叫 transaction。所以呢，其实我一天到晚跟我的女学生做 transaction 啊，我要干嘛？我要给她约时间。哎，别乱想，讨论会议，讨论什么？讨论论文啊，或者说交代她做东西，我要她在时间内完成啊，会告诉我啊，这本身也是一个交易啊。所以注意到呢，这个我们很多词汇啊，在汉语里面都会想得很污蔑啊，污秽啊，所以这个其实会限制我们的思考。再回来这个 case 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 side effect 啊，其实不是说一定说这个副作用会给你死啊，或给你什么，会给你生不如死啊，或者给你过得很痛苦，不是。好，side effect 是说呢，我做一件事，好，其实呢，
我看起来好像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我们有隐含的影响。好，所以注意到，在英语里面 side effect 不见得是坏的，好，也可能有好的。好，就是说，比方说举足嘛，啊，对，举足，啊，举足呢就是穿凿附会的意思了哈。那呢，不过还是跟你讲讲啊，这就是什么？就是反正有一个，就是什么？有人写信给燕国的宰相，好，在楚国写信给燕国宰相，然后因为你知道以前没有灯，没有那个好用的灯嘛，哈，所以都只能烧那个烛啊，烛火什么之类的啊。然后那总之呢，这个就是写信写写哈，就是干嘛？就不小心把举烛写进去了哈，因为他叫他主人把那个仆人把那个烛火举高一点啊。啊，结果没想到那个燕国呢，就怎么看到这个话，哇，这觉得什么举烛对不对？啊，说哦，这个东西怎么要任用贤人呐？啊，这个是传早富贵啊。但想想这个东西叫什么？它就是 side effect， 好，所以注意到啊， side effect 不是都是坏事，好，这里就是货真价实的 side effect。 好，那回来想一下刚才同学那个作业，好，刚才同学那种改动法，好，这个 side effect 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构体变大了。好，所以注意到，是让我们加这个改程式的时候呢，其实要认真想这个议题哦，不是说一直累积就是好，好，不是一直有努力就好，如果你是学生，可能来理解这句话，不是你有工作就会被赏赐，对不对？就会得到好的下场，其实不会啊，就是这个很暗黑啦。但是你懂吗？就是其实你要在某些时空背景之下啊，付出才会有好报啊，懂吗？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去想啊，就是我们今天加一个这个 tail， 它其实。副作用是要讨论，好，就是这种 side effect， 好，为了避免那个汉语上有一些很污秽的想法，好，比方说 transaction， 好，而且你知道我的学生，好，刚才讲那个女学生，就是跟我研究区块链的，所以她一天到晚发 transaction， 对不对？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大学老师怎么一天到晚跟女孩子交易，对不对？对不对？好，但是不要乱讲，好，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做的这样的一个变更呢，其实你需要，好，去思考它的 side effect， 好，那接着我们开始来探讨 side effect。好，那像这个什么，它是一个 Q 啊，我们这样宣告。那其实这件事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type define 啊？然后呢，这个底线 T 啊，在西语言的这个应该说 Unix 的一些惯例是这样哈。Unix 的惯例就是说呢，我有个结构呢啊，我有个形态呢，如果说透过 type define 啊去定义的话，我们就加一个底线 T 啊。比方说像什么 UINT。底线 T 啊 ，UNT PTR 底线 T 啊，那像这种啊，那就是这种，它就是什么？它就是透过 type define 定义出来的啊。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就是透过 type define 出来的这个底线 T。好，那它的 side effect 分析是什么？很显然啊，就是说我今天多一个指标，所以原本的空间是一个指标的空间加上一个 integer 的空间，那我现在是两个指标的空间再加上一个整数的空间，那所以你要去想，哎，这个东西它的什么？这个我们定义形态所产生的物件，它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膨胀很多？那如果这种物件很多的时候，就要认真想，好，所以这是要特别去探讨议题。好，然后呢，下一个什么呢？下一个来看哈，就是说像这个同学啊，就是他就去照着这个作业要求去写个 new， 好，所以乍看之下呢，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这。在这边来讲啊，就这样，就是我今天呼叫 mail 可能要去回传啊，去判断说它的那个回传值啊，那我们来对一下那个 main page。在 main page 来讲的话呢，它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好，来看一下这里。他说呢，如果呢你的机体配置失效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呢，会回弹什么 null 啊？所以呢，这不是念 no 哈，他人家没生气啊，他有两种念法啊，你可以念 now， 也可以念 no 啊，就是那个英式发音、美式发音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字不是那个哈，它这个字不是那个是从那个德语哈演化过来哈，所以那个啊 ，anyway， 就是说你看到如果这个失败的时候会怎样，会回传 now 啊，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注意到这句话。这个什么呢？就是呢，如果呢你的 malloc 输入值是
灵的话，也可能会成功，帅吧？好，来看看这句话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把灵啊，啥个什么灵呢？就是你看 ，Melok 里面不是有给 size 吗？好，如果我把灵输进去，好，注意到依据什么 main page 的说法哈，有可能会成功啊。那或者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到、哦、这个有可能会成功哦，会导致什么事啊？来回来想，回来想，你隐约有没有察觉到？哎呦，哪里不舒服啦，对不对？好，所以 Melok 里面如果它是零的话，有可能会成功。好，不过以这个例子来讲，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它是用 size of 啊，注意到 size of 是什么？是一个 operator 啊。那这上面这个结构体呢，它显然有明确的空间啊。所以注意到哈，刚才讲这个东西呢，不在我们这个状况不用担心，因为它不会存在啊。所以它就做了这些初始化。好，那我们先看到这边，让大家来想一下啊。其实呢，后面有一些议题啊，很值得去探讨。好，我们休息到这个，好，继续哈。那在休息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啊，问说 size of 既然是一个 operator， 那 operator 跟function 的差别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size of 作为 operator 呢，它就是在编译时期就会知道结果的啊。什么叫编译时期就会知道结果呢？回去看刚才那个例子哈，这个 size of 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在编译时期就知道的，也就是说呢，这一段程式。它不用执行，我就知道结果了啊！这是在编译时期。好，那什么叫执行时期才知道？比方说 malloc 显然就是执行时期才知道嘛，对不对？你执行呢，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或者是什么呢？看起来成功，但是跟你想象成功不同，对不对？像这个例子，对，就是如果你把零输进去，有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指标，而且这个指标不是 null， 它是什么？它是某一个地址。好，那。这件事呢，在执行时期才会知道。好，可是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编译时期呢？好，编译时期知道的话呢，这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随地又去执行程式嘛。很多时候呢，你所撰写、所开发、所投入的程式嘛，它很可能没有机会立刻被执行。你会觉得奇怪，怎么有这种事？这种事多的是啊。比方说，你写一个什么 device driver 啊。你们想过一件事，写 device driver 啊？我举例来讲哈，我以前呢，追溯起来没过，还不能讲哈。啊，但是就是某一家公司哈，我帮某一家公司写什么面板的程式，好，可是呢，那家公司就做面板，哎呀，糟糕，不小心讲出来哈。那就是说我帮某一家面板公司写他的 device driver， 那这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尴尬的状况，那个面板还没做出来，那说 driver 为什么面板还没做出来就要写？因为没有时间了，懂吗？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解释。如果是学生的话，科技产业有很多这种动作哈。注意到，这不是什么偷工减料，不是小聪明，不是啊，这是业界常态哈。就是我们不可能等到整个硬体都做完才开始写 device driver， 才开始写软体哈。软体跟硬体的设计也可能在同个时间，甚至软体的设计还会更早哈。所以就说硬体都还没有设计出来，我们软体在开发了。所以你看到我写这个 device driver 的时候，那个面板。是没有做出来的。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没有，更酷的地方是还有一个东西叫 running change。什么叫 running change？ 就是出货出到一半，然后换硬体，好叫 running change。好，就是说我已经在出货了。好，running change 最常见到，比方说像你的 notebook 啊。那你如果认真看啊 ，notebook， 我不好意思讲哪一家公司啊，反正很多公司都做这种事啊。就是说比方说你买了一个某某啊，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叉叉 book 啊，那这个叉叉 book 呢？你看到是一个型号，对不对？比方说叉叉 book A 啊，我叫做 B 叫做 C book 啊，就是假设它名字叫做 C book， 那你会发现 C book 里面呢，同样是这台笔记型电脑，它叫 C book， 可是呢，为什么它的 WiFi 的 driver 会有两种？哎，这奇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发生 running change， 也就是说 C book 在比方说2013年的时候是用螃蟹卡，那2014年呢是用联发科的网络卡，有没有可能？有，好，而且这是常态，好，那所以呢，注意到的就是，所以你会遇到什么？就是写的程式不没有机会立刻跑，好，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做一些军工的啊，就是一些军事的啦，好，然后一些工业的哈，那这个太常见了，对不对？因为你比方说你要写一个导弹的控制程式啊，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北韩那个小胖带导弹好，或者说那个好洲际飞弹那种东西好，或者说那个飞行的导航系统，你不可能等到那个飞行再开始做这个测试，不可能好，所以你是七早八早就开始测试，比方说先撰写模拟器，然后开始把一部分的硬体拼凑起来，好做这种 persistent into loop 的好 hardware into loop 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尽可能越早期知道问题越好，好，所以呢，注意到好这种呢，这种在程式语言的术语，我们称为叫做什么呢？我们称为叫做build time 啊 ，build time evaluation 啊，就是说因为我在编译时期就知道，好，那顺便来解释一下啊，这个东西的用途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用途呢，是用在用在不是是啊，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搭配用在哪里呢？用在这个这个什么呢？用在这个地方上。等一下。好，这个好，所以注意到哈，不要被这个东西吓到了哈，这个东西很恐怖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很长对不对？但是先看 size of 是一个什么 operator， 好，所以注意到哈，它是在编译时期就会做的。好，那。我现在框起来的地方好，框起来的地方是什么？是 size of 的输入值，好，所以呢 size of 是一个 operator， 好，那事实上呢，你可以把这个括号拿掉，好，就注意哈 ，size of 是可以拿掉括号，因为它不是 function， 啊 ，function 是一定要括号，但是 size of 是一个 operator， 是你可以把它拿掉的，好，不信你可以拿掉看看。好，那所以你看到 size of 后面这个对象，后面这个什么？后面这个标的物，好，这是我们的学问了。好，那所以这个你看到、哦、这个 macro 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build bug on zero 啊，意思是什么？就是啊、如果这个输入的值是什么是零的时候，我就这样，我就编译时期就出警告，所以知道啊，它会这样，它会编译时期就出警告，而不是在执行时期出警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太多时候不可能等到执行时期才遇到问，才怎样才抛出问题，对不对？像我刚才讲那个面板那个例子。对不对？面板那个例子，你当然不可能等到硬体都回来，对不对？你就是，而且跟你讲更酷了啊，就是法律追溯期还没过，但是我们真的是面板，就是程式已经写完了，你知道超嗨的啊！程式写完，然后怎么样？程式写完，没有什么完整测试啊，就直接就出货了啊。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很紧张，因为工厂就是出货一直在烧韧体啊，然后我也是很紧张的看哦。手机啊，糟糕，不想讲出来啊，反正手机的那个面板可以用啊。那所以呢，就是像这种例子呢，在这个业界呢，太常见啊。不是说缺乏测试啦，而是说我们就要赶那个时程，因为那个很大困难，而且再是说，你知道面板这个行业它的风险极高无比啊。在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幸福企业就做面板的啊，你自己去查，就那几家。好，那但是。现在讲呢，面板就是四大产业之一啊，很惨的惨啊，不是那个很幸福的那个啊。那这个惨就惨在说，因为它要投入的资本是巨大无比啊，就是你看叫做做面板那个难度是非常高啊，而且你看像面板要做到什么那个什么刀枪不入，对不对？子弹打过来，对不对？哈，是不是还可以反弹的嘛？哈，这开玩笑话，但是知道面板的难度很高，但是它的毛利下降很快啊，就而且我要投入的投资，我不能只做现在的订单，我未来三年的订单，我要去扩厂，我要去授权技术。好，那总之就是说，在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拖到执行时期再去检查。好，那编译时期去检查的好处是什么？只要括号中，像我圈起来这个区域，它是无效的，那 size of 就直接怎么编发出编译的错误，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macro 去检查特定的值，好是什么？是不是零？好，那这个就很有意义啦。比方说呢，我今天是一个A 除以 B， 好，那个 B 如果在编译时期就可以查出它是不是零，我就可以避免什么执行时期遇到除以零的错误。好，所以注意到啊，这是一个技巧。好，然后好，感谢你的了解。好，我们再继续啊，回到刚才那个同学的作业啊，然后所以注意到呢，这个我们哈、哦、这个呼叫的时候，那你就说。我写程式难道要一天到晚看这个啊？我会，没有，但是我也是乱写开始的哈。就是其实很多人问我说要怎么写程式啊，其实我没办法教你啊，就是因为你就算重复我以前的学习方法，
也不见得代表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好，不，我不说你学沿用我的学习方法，会不会比我强？我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个人的学习其实没有太多的那个可复制性嘛。啊，就是说，假设你跟我一样，都是从国小三年级开始写程式啊，然后都是前面就胡乱写，然后后面可能比较认真去看一些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你真的需要这样子漫长的探索嘛？哈，就是你看到我十岁写程式的时候，但是我真的到十八岁才到 computer science 的科系学习，所以我将近有十年的时间都是自己幻想的，自己写的啊，也没有特别什么人家教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很多错误认知，我一直到很后面才扭转。但反过来说，你很可能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读到像画面中这些好 main page 啦，哈，很丰富的资源啊，把 Linux 核心设计这样的一个线上讲座，对不对？你可以一开始就看正确的东西，不用再东摸西摸摸索老半天啊，不用再跟一些很糟糕的材料啊，我讲糟糕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可以用，以前东西就很奇怪哦，资料不完整，或是有人留一手啊，你现在学习可以避开这种状况，因为有很多公开的材料，所以你完完全不需要走过去的路。哦，所以你问我说怎么学程式，我很难，真的很难教你，但是我可以指出你在学习上的盲点。哦，这我觉得这是我的专业。哦，我可以在工作的场合，在教学的场合，或者在平常的讨论，哦，我可以跟他说哪地方是你可能不足的。哦，那当然我可能会有错，但是我们就讨论。哦，那我觉得 这是我比较期望的这个教学方式。哦，所以即便呢我开始录制一些线上课程啊，比方说你可能知道你所不知道西语言，还有Linux 核心设计这样的讲座哈，但是我一直到今天都不太喜欢说只是做这种教材录制哈，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我还蛮喜欢改作业的哈，只要我有空就改作业，因为我觉得我跟各位互动，我觉得蛮有趣的啊，或者说回答你的提问哈，所以请你要认知到哈，这门课的最大资产哈，其实是。我会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会改作业，其实你要善用这个资源。好，那只要呢你是那个什么，你是有交作业的学生，我就会把你当学生。好，反之呢我就不太理你嘛，因为你不付出我也不想付出嘛。好，回来这个 case，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来讲只要在这个例子我们不用太紧张，我们只要担心什么，在担心说失败的状况啊。然后不过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所谓的失败啊，其实这件事也是需要被定义啊。因为事实上呢 ，Malloc 啊，注意到啊，这个 Malloc 可能会遇到一个东西叫 overcommit。好 ，overcommit 是什么呢？啊，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其实它不难理解啊。overcommit 呢，这个它的那个原本的意思就是说，过度的承诺啊什么的啊，那你说这个过度承诺好像对不对？你看讲汉语讲过度承诺，你脑袋想到什么？你脑袋是不是想到这个负心汉跟一个女孩子的互动？哎呦，这不是交往十年答应要结婚的，怎么最后没结婚？对不对？汉语就真的，我真的不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总觉得汉语的词汇就很脏啊，对不对？好，就是你看交易就乱想，那过度承诺就会想到什么？就会讲这个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表面上的意思啊，过度承诺。所以什么时候过度承诺呢？就是说机体配置呢，遇到 overcommit 是很常见的事情啊，甚至 Linux 预设啊，注意看啊 ，Linux 预设呢是允许什么？允许过度承诺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我们来看 Linux 的文件啊，注意看啊，这是 Linux 可能文件啊。那是不是顺带一提啊，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 Google 搜寻啊，你说老师你自己讲，你自己也在 Google 搜寻啊。我们 Google 搜寻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导到权威材料啊。所以注意看啊，你看我很多连结我不点啊，我点权威材料啊。所以 Google 连结 ，Google 搜寻其实你应该用在让你找到权威材料。因为比方说，你知道 kernel.org 它是什么 ？Linux kernel 的权威材料，很显然。但是怎样，网址你可能记不起来嘛，好像我就可以懒得记啊，但是我这样打就打得到。好，所以注意到呢，在 Linux kernel 呢，它的机体管理呢是怎样，是支援 overcommit。好，那 overcommit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今天 A 要求你配置机体，你说 OK，B 要求配置机体，你也说 OK，C 要求也是我说 OK。所以你想，哇，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奇怪？你看到，哦，就是 Linux 核心如果有打开 overcommit， 好，这是预设啊。
预设打开 over commit 的时候呢，就是谁要求就尽可能回答 OK。那机体是不是有效？机体 是用很快，好，这是好问题啊。因为通常配置机体到真正用是两码子事啊，就跟你以前在中学时代，国文也要读，英文也要读啊，然后自然啊，好，社会啦、啊，什么都要读啊，不管你念自然组、社会组，对不对？啊，其实都要怎样，都还是要读社会啊、自然，对不对？啊，你选自然组的同学要读社会，那选社会组的同学，哎，为什么不用读自然呢、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anyway， 就是，总之就是说。你都是先答应说 OK， 然后呢，因为配置机体到真正运用都会有时间差，所以呢 ，overcommit 的技巧就在于说，反正这个中间有时间差，我还不如全部先答应，好，之后呢，真的不够用再说，好，所以注意到 Linux kernel 有这个机制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呢，它会有一个比例，好，是你需要去设定的，好，就是说。你要保留多少那个机体呢？是要被保留，不会一天到晚被换掉啦，或者之类的哈。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在这个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呢，其实有专门的这个哈，在讲这个 Linux 的虚拟机体管理哈，这个是非常复杂议题啊。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议题哈。所以注意到呢，电脑 Linux 呢预设打开 OCommit 的时候呢，很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呼叫没有，总是成功，好，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呢，操作机体就变很慢，因为 Linux 不够用，所以怎么办？啊，不够用的话就去调度，好，就会遇到像 swap， 好，像这种问题，好，所以我们讲这个 overcommit 就跟什么 swap 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呢 ，swap 呢的重点在 swap 对效能是会有冲击的，好，但是呢，开的 swap 会有好处，好处是你可以执行什么更多的程式。好，所以这是一个取舍。那swap 也是可以关闭的。好，所以就要依据你的情境。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比方说对效能很在意的这个应用呢，好，或者是很在意的这个情境呢，有时候会把 swap 关掉。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考量点。好，那我们再继续。好，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设定。好，注意到哈，因为我们前面加了一个 tail， 所以这边他也做了。好，然后。size 好，然后这个好，注意到这一段程式嘛，好，就是有些同学呢会把它改写成什么呢？有些同学呢会把它写成就是有些同学会写成这样子好。有些同学会这样子写，好，那注意到呢，这个是这样的 if else 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好，因为你看到、哦、在做到这里的时候啊，做到这里的时候就这样，就 return 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可以开开心心的把这个什么，把这个 else 拿掉，好，那把 else 拿掉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少一行，好，这是一个好处了哈，但其实是一个思维，好，你看到、哦，哎，你把那一行把 else 拿掉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思维就比较清楚了，你发现什么事？哎。这个东西不就是一个检查、哦、那事实上呢，你也可以把这个这一整段、哦、就是再写成一个 macro、哦、比方说我可以写一个什么，写一个 macro 是，比方说你写一个什么，fail null 这样、哦、然后你就可以写什么呢？写个这样，好，然后就做一下哈，对吧？好。然后你就写个 return， 好，语言自由，好 ，OK， 好，然后 OK， 哎，不对，加这里，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改成这样，所以比方说写成一个 fail on Q， 这样，好，然后所以它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东西，好，那所以你看到，哎，这样的程式是不是就清楚多了，对不对？好，那不过呢，这边要注意到哈，这样的写法呢，还是这样，还是有疑虑的。好，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什么，叫 dangling else，dangling else。这个 dangling else 呢，好，不知道的时候呢，就叫什么？你所不知道，好，对，就这样。
than going else。好，然后呢，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戏园啊，那其实有讲到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就是讲到这个 dangling 这个，好，那就是这个，好，这个 dangling else 怎么来呢？你看啊、哦，如果呢我从头到尾很简单，就是这种 if else 这是 OK 的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的地方是它展开成这样 if q， 然后 if p 啊，然后呢再来什么？再来是，表示是 else 好，那整件事就困难了啊！你看啊，假设你今天程式是 if p， 然后下面是 if q 啊 ，if q 上下面 if p 啊，但是 else， 那请问这个 else 到底是这一层的 else 还是这一层的 else？ 好，再讲一下啊，好，就我今天加了一个 else， 那这个是这个 else 是对这个 else 对上面那一行的 else， 还是对这一层的 else？你说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呢，所以 你说其他程式语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比方说 Python 用什么？用缩排、哦、所以 Python 如果缩这一层就表示是这一层的啊，缩这一层就表示上面那一层、哦、但是注意啊 ，C 语言怎么取呢 ？C 语言是找近的啊、哦，对吧？啊、哦，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尴尬，因为你很可能要的是这种。但是呢，西元来讲是找近的啊，所以尴尬的地方是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要的，对啊，所以就会导致什么 ambiguous 啊？所以呢，其实这边来讲的话，你要做什么事呢？你要加上该加上什么？注意到这个技巧 ，do 跟 while zero 啊，所以注意到啊 ，do 跟 while zero，do 跟 while zero 啊，所以你看我们过程中也会需要一些技巧，好，技巧，然后 while zero 好，然后呢，你可以用排版。然后你可以 VI 也可以整合那个clean format 啊，不过我们这边就程式短就懒得整合了。好，所以你看到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我就可以这样子用啊。那当然后面的记得加什么加分号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改写之后呢，因为上面这个 macro 呢是可以共用的啊，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utility header 啊之类的啊。然后你看这样的写法就很清楚了啊。所以他虽然呢做的东西呢是什么？做的东西其实就是检查，因为那个检查那个什么，检查输入东西是不是一个 null 啊？对啊，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很清楚了。好，这个是一个好，所以注意到呢，我们今天做 code review 的时候呢，不是说人家做的是错的啊，而是说他还有什么改进空间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呢，在这个啊，就是我们在。第五周的课程呢，有讲到这个作业回顾啦，还有跟 code review， 就会讲说如何去提升程式的什么可读性啊、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刚才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改善程式的可读性啊、哦，但是有没有牺牲到效率啊、哦？而且呢，让这个维护可以带来更怎样更轻松啊、哦？那你可以去交叉看这三篇文章哈、哦，你可以获得蛮多启发的。好，那再回来思考啊、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那个 salt 好，那先来操作一下那个 salt， 我们先把这个同学的作业拿下来，好，这个啊，这边我教吧，好，我还是操作一下，好，然后我把这个同学的作业拿下来，好，那这个作业呢，就是从这个 GitHub 好 fork 下来，好，来。那先来看一下这个同学啊，你可以装一个工具，很好用啊，叫 TIG 呢，就是 GIT 的电脑过来写，好，非常好用的东西 TIG 啊。好，那你就看到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七早八早，你看二月就把作业写完了啊，但是他说写完是不是 finish 呢？不是，工程是这样，是持续可以突破的啊，所以请你不要在 Git commit message 去写说finish lab zero， no， 没有 finish 一天。永远都有这样再突破一天、哦、所以比方说以 Linux Kernel 每个小时改版八次、哦、就是变更八次，不是因为 Linux Kernel 做不好，而是因为它就是做得好，但是人们因为发现做得好，然后这些什么还有更多改进的空间、哦、所以持续投入下去，那或者说哎，发现什么还有更多的这种整合、哦、或者说一些突破的途径、哦、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哦、所以千万不要在那个commit message 写 finish啊、哦，这限制你的思路啊、哦。其实我们一直，你可以说 implement 什么东西啊、哦，但是不要急着说 finish 啊、哦，因为我们持续都有一堆新的东西可以做。好，然后呢，来看一下，好，来编看看。
编译呢，然后Q test 啊 ，Q test 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一个 command line 啊，那我们这次来认真看。好，那这个就是它会有几个命令哈，比方说这个注意啊，命令跟指令不同哈。我们现在这个 command 呢，汉语要把它翻译什么？命令啊。那另外一个词呢叫 instruction 呢，我把它翻译指令。命令跟指令汉语听起来很像，但词两个词是英语是不同的啊。那在我们这门课，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里面呢，我们这个这门课呢，我们会特别把 instruction 把它翻译成指令，而且这个指令就是指谁？就是指 CPU 指令啊。所以注意到啊，我们讲 instruction 跟 CPU instruction， 我们没有特别区分的时候都是讲同一个字啊。那也因为 instruction 留给谁用了？留给 CPU instruction 来用，所以我们讲命令的时候就是讲 commands 啊。所以注意哈，这两个词要去区分。command 叫命令 ，instruction 叫指令。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有个什么？有个建立型的 Q 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在开头加入一些资料啊。这个 I 取的表示从开头加。啊 ，IT 呢就从尾巴加啊，然后你甚至可以加什么？你甚至可以加一些什么乱数啊？那比方说，我们来 new 一下好了 ，new 好，所以给我建一个 Q， 然后呢，我就 H 加一个什么？123好，然后呢，这时候再 H 一下，456啊，故意看起来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啊，我就12345 6，而且它是从开头加，好，所以一开始呢是123啊，然后456就加到这个头啊。那你也可以什么，RAND 啊，好，那我就加一个什么乱数加进来啊，所以看起来乱数之串啊。而且呢，你还可以干嘛啊？注意它没有往上往下不能用啊，所以你要自己加那个功能啊，就是这个它没办法按上按下这个。那比方说呢，加2笔啊，加3笔好了。哦，你看，哇，这好多资料。好，那这个接着我干嘛呢？我做 sort。哇，好棒啊，对不对？从上面这个原始的顺序，对不对？这个、上面原始的顺序，然后底下什么？是一个递增顺序，非常棒，对不对？它的确不负众望的完成了。所以有学同学就说：“哦 ，finish homework one。”No， 千万不要这样讲，永远。还有改进空间。好，那我们来看思考一下改进空间在哪里。好，现在看程式码。那个程式码呢，它底下呢，它就是它写，注意到啊，它不是 Q sort 啊，是 Q 底线 sort 啊。那这个 Q 底线 sort 呢，在哪里被呼叫到呢？这个 Q 底线 sort 呢，在 Q test 被呼叫到。Q test 对，好，所以比方说呢，比方说这个啊，它有个 do sort。那 do sort 又在哪里被呼叫到呢？啊，你看这边有个 do sort， 对不对？好，然后呢，底下这个在注册这个 console 的时候，好，所以刚刚那个打字的动作那个 console， 好，所以看到我们去注册一个新的什么新的命令，好，然后呢，它对应的这个对应的动作叫 do sort， 好，那特别注意到哈，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function， 对吧？好，这个听起来很无聊，对不对？好，但是呢 ，do sort 这个 function 呢很有趣，你看到 do sort 放进来在这里，对不对？好，然后。所以 do sort 的 function 呢，它什么时候会被呼叫到？它不确定，对不对？要看使用者有没有按下 sort， 而且呢，按下 sort 之后呢，要被什么？要被 command line 啊，被这个 interpreter， 对，不要怀疑，就是它是什么命令列的直译器啊，或是命令列解析器啊，所以透过这个 interpreter 把敲打的命令解析出来之后，才有机会跳到什么？跳到。do sort 去执行，好，那所以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执行顺序没有固定的，它是依据它是被动的被执行，好，那我们称为叫什么？叫 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这讲到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呢，就讲得很丢脸哦，就是这个，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才开始学程式啊，就是我国小三年级开始写，国小三年级开始写程式，但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啊。然后呢，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接触一些像那个有开始接触 Ada 啦，好 Smalltalk， 好就是一些就 Smalltalk 是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啊。然后呢，那其实就有一些技巧，就是 callback 啊。所以那时候我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暑假啊，我拿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啊这样的东西去问啊，去问
问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电脑高手啊，然后有一个人就笑话吧，他就是说，有 call back 也有 call from， 好，那注意到那时候没有 Google 搜寻了的嘛，好，那个20年前哈，都没有 Google 搜寻，所以我一直以为有 call front， 好，对，就被他骗了哈。然后这件事我一直到很久的什么时候才知道的，我到了大概快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哈，这他根本没这个词，那么骗我的啊。但是呢 ，call back 这个词是有的哈。好，那所以呢，我再次强调啊，就是说学习的那个，你不用很迷恋哈，所谓的高手他怎么学习的哈。你应该想的是，哎，高手犯了什么错？好，或者说呢，高手呢，他运用哪些资源？好，其实反正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吧。好，比方说，你看唐凤，好，你就是唐凤的学习模型，你显然学不了，对不对？你不可能把时间退回去到国小，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对不对？你也不能可能你爸爸、你妈妈就放手一搏，让你对不对做你想做的事情？你爸你妈可能很困难，然后对，好，就不要说别人，我爸我妈。对我的期待也不可能对唐凤那种期待一样，好，对，所以就说这个你要去看那些所谓的这个什么高手啊，其实因为他们经验往往是不能复制的，但是他们接触过什么东西，这件事可以想的，好，而不是说要把他的接触的东西重新走一次，而是说，哎，如果你设想，如果你当时是他，好，你会不会真的去用当时的资源？好，比方说像比尔盖茨，我那时候在看比尔盖茨的传记，好，我就印象深刻，因为比尔盖茨那个年他学程式的时候，那个年代电脑更贵，那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但是比尔盖茨为什么有电脑可以写程式？他谈判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那时候跟那个 Paul Allen 在干嘛，在那个湖滨中学，对不对？就是去谈判嘛，对不对？就是跟学校说，哎，我会用电脑啊，好，我会用电脑可以把这个什么，给学校的形象弄好。所以你看，光这件事，比尔盖茨开公司就会成功，对不对？就是电脑在那么贵。电费在这么贵的那个年代，他就可以做什么事？他可以跟学校谈判说，这个电脑教室放着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啊，我一个什么一个中学生，把这个电脑用得滚瓜烂熟，还可以增加学校的形象啊。那甚至呢，这个企业程式还可以赚钱，还可以回馈给什么学校 ？Make sense，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要学的是这种东西啊，就是如何去运用那个资源，或者你设想在当下，好，或者说当时他踩到什么问题，好，回来看呢，我们讲这个 call back 方式呢，其实他就在意的地方是，他往往呢，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啊，固定的一个呼叫流程。我看一下啊，像什么呢？好，比方说像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好，那这张图呢，你看哦，就是左边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main function， 好，那右边是你那个 call back 方式，好，然后呢，这个 call back 方式它不是直接呼叫的，就是 main 方式不是直接呼叫你的方式啊，不是啊，而是我在特定的场合啊，那这个特定的场合呢，可能是某个事件啊，那显然呢，像我们刚刚这个东西就是个事件，对不对？当使用者敲入 salt 这个什么命令的时候，而且呢，我把它解析出来，才会真的跳到什么跳到 salt 啊，否则它平常不会执行，对吧？好，所以我们就称把这个 do salt 特别讲它叫 call back 方式，好，但是注意到它叫 call back 方式，为什么不用写注解啊？因为那是 common sense， 懂吗？好，就是 common sense， 它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好，所以以前有句话什么，叫做 common sense 不足为奇啊？对，我记得以前那个以前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啊，我们的同学啊，就是那个这个很聪明啊，真的是什么坐我后面的啊，是那跳级跳两级的啊，那我坐旁边。旁边的那个旁边后面的啊，又矮嘛啊，所以我讲的同学都是坐后面啊，反正就一个正后面的，一个是旁边后面的啊。那正后面是跳级两级的，那个旁边后面的是什么那个物理加数学奥林匹亚，然后另外一边后面的后面啊是那个什么数学奥林匹亚，然后高一就保送大学的啊，而且是那种金牌。全国科系全部都，所以他高一就有大学可以读，而且是任意可以读啊。所以那时候读那个台中就读得很自卑啊，觉得我是不是智商不够，这边才什么，人家施舍我才有办法到台中读书，跟那些同学当啊，好累哈、啊。对啊，你以为自由班这么变态啊？那普通班会不会一样啊？普通班也有很变态的同学，好累好。那所以总之就是说，有几个同学啊，他就很谦虚啊，就是说老师问说，哎。这个你怎么想到的？他就说 ，common sense 不足为奇
哇，那我就说那时候感觉哇靠，原来我同学这么谦虚啊。然后那个上台颁奖的时候，上台颁奖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校长就叫那个学生去那个字就是发表一些想法，就比方说恭喜你拿到什么奥林匹亚金牌，你觉得这个什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言。然后就那个我同学又是超谦虚，他说什么，他就先停顿一下，停顿到五秒钟，那大家就在那个屏气凝神听他。他说不是我太强，是对手太弱。哇，我同学好谦虚哦，天哪哦，这个我所以那个时候啊，第一年都很想要什么，第一年都很想退学啊，很想要离开台中一中啊，就觉得自己脑袋有问题啊。好，那所以呢，注意到呢，我为什么要讲那些垃圾话？刚才那个你要知道，跟你合作写程式的人或是你跟你分析程式的人，很可能就是那种强者同学那些所谓的强者，所以他们往往他不留注解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在这门课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一天到晚讲手法技巧，为什么一直讲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会需要那些强者他开发的基础，我们往往没有机会从无到去写程式，从无到写去写程式只发生一次，什么时候？你写 Hello World 那个程式，还有你在大学一年级写那些很基本那个程式，那离开那些很基本的程式之后呢，你再也没有机会从无到有去写一个程式。好，所以注意到，你如果有办法自干，算你厉害。为什么？因为你自干成为自成一格的系统，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非常困难。好，那在21世纪，绝大多数你都需要踏着别人的成果。好，所以你往往是站在这些很强的人的身上，他不可能给你写什么注解，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程式没什么注解，有啦，前面有一点注解，后面就没注解了，那这样东西比比都是，所以我们要特别了解他的那个手法。那我们再去看，就是说这个 do sort 呢，就是后面就呼叫到什么，我们刚才那个 q sort， 所以显然呢，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在什么，在那个 q sort 上面。然后呢，这时候呢，这边有一个什么 merge sort， 好，这个想到这个又不小心要岔开话，我们又要话匣子来开一下，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像我的，你也许有听过我的一些经历，不，这不是了不起的，这跟他们比起来我是小菜逼，那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这个像我的经历其实尤其是差不多这十年吧，这十年内我去一些公司当科技顾问，然后我发现当科技顾问通常是可能就老板一头热嘛，或者说老板觉得反正就是要请我，但是底下工程师可能不是这么看待，然后呢我的行情价大概一个小时是15,000到30,000，就是那个台币15,000到30,000的那个咨询价不到一个小时也要付那个钱，所以那是我行情价。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有些工程师就很不满啊，说一个小时就拿30,000块，对不对？这个老子加班加那么久也不见得有30,000，对不对？就只顾问都鬼扯一下聊聊天，对不对？好，跟他或是吓吓大家就有那个钱，所以有些工程师呢就很不以为然。然后呢，我常常在这个担任顾问的公司呢，最常被工程师问到的问题呢，很有趣，叫做什么？如何 trace code？就是如何去追踪那些程式码，然后但是呢，说真的，我觉得最有效的 trace code 方法还是脑筋想清楚它的前后顺序。的确有很多工具可以让你浏览程式的时候有便利，但是更重要其实你要自己知道它的那个脉络。那我更喜欢写笔记，比方说像我下午呢就在写程式的时候，我就可能稍微画一个规划一画这样哈。因为其实呢，我觉得我是真的去改程式，所以如果说我觉得哪些顺序写不是很清楚，那我宁可直接改程式的那个注解，或者我打开什么，打开一个共笔，我把那个就像这样共笔，我把我的想法把它写下来。那多半的时候呢，其实你说我怎么 trace code， 我就是用 Grep 啊，就是这样啊，我就是用这玩意啊，也是可以哈。然后 Grep 搭配一些什么 C-tag 啊这种东西啊，就搭配这种 C-tag 这种啊，其实就绰绰有余了哈。因为其实你不可能说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知道哈。注意到哈，我们开发程式的时候，往往不需要把每一条路径、把每一个function code 的顺序都知道，不需要。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想懂，我们在意的点在哪里。
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就是在 ADT Q 这个 ADT 啊，那当然我要知道它怎么用，所以我们刚才对照看一下什么，对照看一下那个Q test， 但是其他地方我没看啊，哦，对不对？好，哦，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焦点啊，哦。那如果说你看这个专，它总共多大呢？这个专呢，其实它总共的程式码是3000行，好，哦，所以有一点点规模，但是也不要被吓到，因为我们真正在意东西呢不多啊，哦。比方说我们真正在意东西呢，比方说 Q 点 C 嘛，啊，哦，Q 点 H， 那你看到我们真正在意程式码呢，什么才144行？对吧，哦，所以你看你面对的程式可能只有这样144行，哦，那当然 Linux kernel 不会那么小啦，哦，Linux kernel 大多了，但是你 Linux kernel 里面在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区域，哦，那你平常要学的是特定的手法，像刚才讲的 callback function 啊，哦，或者说特定的一些像那种 macro 应用啊，哦，像兼顾 可读性啊，还有这种的，哦，这种手法应该先这样 先要有、哦，那当然还有再来是说你要培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真的去执行程式，大概也知道它结果是什么。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如果说你对执行的结果都一直搞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哦，比方说假设你有一个这样的操作法，加加 i， 然后 i 加加，然后哎问你说哎这个哪个比较大，哦，就这个，哦，所以你就想这个操作真的是合法的吗？对，你要想，哦，就是很多人会急着想哎对耶，这个东西到底是回传前面的勒还是回传后面的勒，哦，就你可能有些人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对西元认知比较多了，你会开始想这个是不是 undefined behavior 未定义的行为，然后你开始想是不是，哦，如果它是未定义的行为，我要怎么让它脱离这个问题，哦，或者说呢它既然是未定义的行为，那我该怎么做，啊，这个是什么完全不同的思维，对不对？一个是急着呢急着去看结果，啊，或者急着呢去推敲、啊，但是在什么在非常窄的认知下，啊，事实上西元是有规格的，啊，那你也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编译器呢实作规格的时候可能不是完整，啊，那对于西元规格里面讲到未定义的行为呢，编译器它会有一套回应的机制，哦，所以即便是未定义的行为，它编译器可能还是会给你回传值，那你很可能就是因为编译器有回传值然后反而被误导了，有没有可能有，哦，所以像我讲的，我从国小三年级写程式的时候，一直到大学学 computer science 之前，其实有很多都自己这样乱摸索的，哦，其实中间那个其实你听起来很长的时间，看起来10年的时间，但其实真正有突破其实还是非常有限，哦，但是各位现在就不一样，各位你现在有很多很聚焦的材料，哦，很多像这种线上的啦，或者这种材料，哦，其实你要思维点都是不同的，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sort， 好，哦，所以你很清楚，哦，这个 merge sort， 那可是呢这个 merge sort 这个 function body 到底在哪里呢？好，哦，好，那所以发现什么事，显然呢不是放在 Q 点 C， 对，放在这个同学就实作放在什么 sort 点C 里面。好，注意到不要急着看 source code， 要干嘛？看一下它的变更记录。好，所以你看到，哦，这个同学他一开始什么，他说他去 implement qsort， 然后呢他还有个 h， 好，这是什么同一个修改，就是好，所以呢看起来呢怎么 qsort， 就是看起来他就没有之后就没有变更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的描述。好，所以其实啊最好的这个什么最好的这个trace code 呢，其实要干嘛，要知道它的脉络啊，对不对？如果有笔记可以看，你干嘛看 source code， 对吧？你懂意思啊，所以这个很多人问说诶如何 trace code， 好，然后呢 也会有人生气啊，说哎呦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顾问一个小时拿了3万块，结果怎样，结果只跟我说 trace code 要套大脑，对不对？就这样烂，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对不对？好，那个人网上不是弄到图，对，就说啊，这个顾问凭什么？好，那回来，那所以呢，就是注意到呢，以这边来讲的话呢，你看到就是他其实呢他没有特别去说明，好，所以在 trace code 的时候有点困难。好，不过他显然这边有提到他还是个 merge sort。好，然后呢，他这边提到什么呢？他其实他有参考了一篇文章，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脉络很重要啊，就是如果可以，尽可能遇到什么，尽可能跟作者或者去看他原始的思路。所以为什么 Git log 那么重要，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规划什么，对不对？像这样啊，你要知道，哎，他的这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Git Commitment 学习那么重要。你看哦，我们现在是三月，三月回头看二月的东西，很可能不到一个月，你可能就忘记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哎，对耶，为什么？对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一个稍微清楚一点的思路，或者说我们在实作过程中有可能这样，有可能一些考量点啊，比方说像这个啊，就说哎，我这个考量点啊，比方说我有一个侦测这个时间复杂度啊，然后我这个中间的这个分析工具啊，做什么操作啦、啊、之类的考量点啊，那这个之后呢，你看即便过了一个多月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看什么呢？看这个。我们来看给定的这个程式码。好，好，那显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什么事呢？刚才提到这个 split， 对不对？好，这个怎样？这个其实只在这个地方用啊，所以你可以加什么字？你可以这边加个 static， 好，就标注它什么？标注它只在这个地方用啊。然后注意到这个是有名词的啊，这个东西叫做 GCC， 不对，这个叫对啊 ，GCC visibility。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呢加了这个 static 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是把这个符号，这个 split 这个符号就这样，仅限于这个 compilation unit 啊 ，compilation unit 啊，然后呢再加你所不知道，反正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写不知道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你所不知道系语言编译器和最佳化编啊，那其实有讲到这个什么？Compilation unit 好，这个 compilation unit 很重要哈，因为其实呢，编译器呢，它不能随便把一个符号，就是在编最佳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把一个符号清除掉，不能把一个function，就算它没有被用到，不能随便清除掉，因为它没办法确定其他的 compilation unit 啊，也就是说，比方说其他的点析档啊，你看我这个目录下，同个目录下就有好多个什么，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什么，有七个C 的 source file 啊，那所以很可能就是七个啊，或者更多个 compilation unit 啊。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我这边已经强制加上一个 static 啊，那这样的话对编译器的最佳化啊，注意到不是对编译器而已啊，是对编译器的最佳化，就有个提示啊，哎，这个 split 怎样，从到只在这个方式用啊，而且这个如果 merge sort 这个方式用的很多的时候呢，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干脆把这个 split 的内容，把它什么，把它展开到 merge sort 里面，好，所以注意到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达到这个最佳化。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没有加上 static 的话呢，那个什么编译器呢就没办法帮你做到这种最佳化啊。然后顺便提一个东西叫 visibility 啊 ，visibility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些 function 啊，它本质上叫什么呢？叫 symbol 啊，这个 symbol 啊，那个编译完哦，你看到这个编译完啊，比方说我们叫编译完之后呢，编译好，那编译完不是得到 Q test 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符号，用 NN 啊，这个那个巧克力那个 NN 来干嘛？来看它的符号，然后呢，这个符号呢？好，我知道你忘记了哈，没关系，我们来查一下，这个它叫什么 ？Merge sort 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符号里面呢有没有 merge sort 啊？你可以用那个 less 啊 ，less is more， 对吧？好，所以你看到有看到什么 merge sort？ 而且注意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个大 T， 对吧？大写的 T 啊，表示什么？表示呢，在这个执行档里面，它的确有个符号，就叫什么？就叫 merge sort 啊，所以它的 visibility 是什么？是可看到的啊。然后呢，你可以透过 GCC 啊去特别标注，我可以要求 GCC 把特定的符号让它设定成看不到啊。那设定成看不到的话呢，在这个那个什么 link 啊，它有机会做最佳化啊。link time optimization link time。好，一样加你所不知道。诶，那如果加不知道会怎样？哦，太好了，加不知道也可以找到，好棒啊！好，那就是说呢，如果呢你的原始程式码啊、哦，就是原始程式啊，没有加上这个 static 啊、哦，那没关系，你可以在 LTO
link time optimization 所做。好，那关于它相关的这个最佳化的技巧啦，跟那个策略，好，请你参考这个你所不知道的西元动态连接器篇。好，好，那我们再继续。那所以呢，我们刚才做一个很小幅度的一个调整之后呢，好，接着开始思考了。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内容，这个function呢，其实说真的，好，这个function看到前面都在传递。做一些必要的这个传递嘛，所以其实呢，你不用等编译器最佳化，你可以自己把它展开到底下，好，再写一个注解可以。好，那接着我们要开始来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说我们所期待的这个 merge sort， 好，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刚开始那个 merge sort 我们怎么写呢？我们刚开始那个 merge sort 是这样写，对不对？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尝试做一些变更，好。就是说，假设呢，我继续变更什么？变更它的这个 prototype 啊，所以比方说，我去变更这个 prototype 啊，这样子这样改，好，我把它改成这样，然后改成什么？一个星星，好，然后像这个 merge 啊，跟 split 啊，就是刚才看到那个什么，刚才看到，哎，抱歉，刚才看到这个。因为其实只有 merge sort 真的被用了，那那个什么 merge 啊，跟上面 split 都是什么？都是都只在这个 combination unit 看得到，所以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呢，根本不需要把它揭露出来，因为根本其他地方没在用，所以你只要揭露这个就好。好，那这边顺便也可以来什么？来这个来。做这个这一段的 code review， 好，所以注意到这现在程式码编译是不会跑的，因为我们去改变它的 prototype， 好，不信你自己变看，好，失败，好，这是正常的，好，但是呢，我们这边发现一个可以什么，可以这个调整空间，好，比方说呢，你发现什么事呢？比方说你发现merge sort h。好，那你看哦，像这个的，好，像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先把它还原好了，就是那个，我们把它变成，为了要能够编过，我们把它还原，好，把它还原这个。所以你看哦，这样子，哎，这样可以编过，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这样子改了什么东西啊？这样改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因为 sort 点 h 可能被 include 两次，好，看到注意哈，就是说 sort 点 h 这个可以。可能会被 include 两次，好，所以这边有个技巧，这个去避免它 include 两次，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哦，太好了，当场写 code 给你看啊，好，然后呢，发生什么事？CPP check， 对，我忘记装 CPP check 了，怎么办呢？我是来装一下，好，我们再装一下那个，装一下 CPP check。叫 supervisor， 所以这个哈，开发环境的这个什么，开发环境的那个准备哈，是很重要的哈。你看我们刚才 CPU 就没有完成啊，所以这也是这个作业哈，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是做这样的检查。好，然后呢，你看我们 commit 这个，好，然后哎。神奇了，神奇了！好，他发现什么？这个静态分析失败了。好，这个静态失败就为什么失败呢？写一下 CPP 去。好，然后我们比方说 CPP 去。CPP 去。哦，他那个。就是在有些人的电脑上，他的那个CPP check 可能会有版本的问题，就那个，就是你看这个就开不起来。等一下哦，我们有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这个跟那个，不对，按错了，就是如果你遇到跟我电脑类似的状况哈。很可能是因为套件装太多，然后有些就是 snap 上的问题啊、哦。这个我自己很困扰，我自己也没有，暂时也没有解法哈、哦。所以我说我先取巧哈、哦，先把那个
先把版本检查先 CP check 还是要做的哈，这是我们那个版本检查，把它做一些调整啊，然后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是原则上就这个啊。好，那所以比方说像这个怎么那个 sort 点 h。好，比方说这时候我们就通过那个检查，好，这就让我们看先跳过那个检查，好，好，然后呢，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试着去表达，好，就我们先看我们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避免那个什么，避免重复的啊，重复的这个黑的啊，黑的被什么被 include 啊，这是一种方式啊。不过这个方式写起来哈，就感觉比较直觉哈。但是其实这样，其实你过一段时间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鸟啊，所以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写，就是说就是你可以写什么这个header inclusion。就是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守门员这种东西。好，好，那这样，好，好，那所以呢我们先改了什么 sort 点 h。 好，那接着我们终于来开始来认真思考啊，来思考什么要改，开始来改程式啊。好，所以以我们刚才想法啊，就是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就把它改成直接去变更它的 prototype， 这样。好，所以呢这是我们接着，显然我们当然不是这样改就会动啊，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干嘛？要开始来改程式啊。所以包含说这一段呢，我们开始要思考哈，我们要怎么去变更啊？那显然呢，这个 prototype 我们已经变更了嘛，对不对？所以好，然后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变更啊。好，然后呢，你看到、哦、就原本这个程式，我们一边改程式一边来做 code review 哈。这个程式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哦，就是你看啊、哦，这个写了个 pre head post head， 那这个从指标来讲的话，你大概比较懂，对不对？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之前的 head 跟之后的 head， 对。但是这边 pre 跟 post， 其实如果你没有注解，其实不是很好懂，对吧？好，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好，然后再来什么？再来是我这个 pre 跟 post， 你看到 pre 跟 post 是这样传递的，对不对？好，你看后面还是这样传递，但是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注解。好，再讲一次啊，这个 pre head 跟 post head， 它其实不能说命名不好，只是什么呢？只是说它就没那么直觉嘛，你又不写注解啊，所以如果你不想写注解，那你就要把程式命名写得很精准。好，好，那所以呢？我们干脆呢就不用它了啊，所以删掉它吧。好，好，接着来看这段程式码啊，就是你看这段程式码这里啊，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你看，反正最后都 return 嘛，对不对？那我可以干嘛？我可以改写啊，对不对？好，比方说我就是这样 head， 好，然后呢我就善用什么？善用 logic over， 好，注意到啊，这个不是 by 是 over 啊，是什么？是 logic 啊 ，logical 的 over。然后呢就是 head， 好，对吧？ next， 好，然后干嘛？ return， 好，啊，注意到你不用急着排版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有 connect format 啊，之后再做那个，之后再重新排版啊，或者说你在编译器可以做设定啊，不过我这台电脑我还没设定啊。好，然后呢在刚才来讲话呢，我们回来看一下这 split， 我们刚才讲过 split 这个东西啊，它是把这个 link list 把它切割好，那它的这边的技巧就是用到这个 fast 跟 slow 啊，用到这个 fast 跟 slow， 那这个 fast 跟 slow 呢，就是所以你知道这时候来复习那个我们在第一周的这个进度表哈，就是好在第一周的进度表，然后就你懂吗？好，有妹子的缺点就是刚好有妹子的好处就是那个。环境比较动力哈，那就是缺点就是这样哈。好 ，anyway 就是说这个 fast 跟 slow， 好 ，fast 跟 slow 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龟兔赛跑，好，龟兔赛跑这个技巧，好，这个技巧呢，其实不是只用在circle 的这个，就是有没有环状，好，就是有没有那个环状的侦测，好，那其实呢，这个在这个 link list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说，哎，我一边走比较快的，一边走比较慢的，好，就是一个是动一格的，一个是动两格的，好，那动一格的跟动两格的，你看到我有个开头，对，一个移动一格。移动两格，好，然后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当移动两格的时候，就你想，就是就你跑步，对不对？你跑步的时候，假设你是跑的比较慢的人，好，我就是，好，我总是跑比较慢的人。然后呢，哎，我跑第一圈的时候呢，我都落后别人，但是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哎，结果过一段时间呢，原本跑最快的人竟然在我身边后面，好，你看到我一开始都是追着人家的车尾灯，好，但是呢，在特定的状况下呢。哎，有人怎样？有人跑得最快的人竟然在我身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他跑一圈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技巧。这个技巧呢，我们就可以来用这个技巧来干嘛？来切割。好，就是你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就是我一个走得比较慢的，一个走得比较快的。好，那走得比较快的撞到那个墙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只能回来了。好，所以我一边是这样的过去，一边是这样回来。好，我刚好可以看到，找到什么？找到这个。切割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好，但是呢，显然啊、哦，这段程式码，我们发现什么？这段程式码对我们讲不是很重要。好，然后所以我们想要干嘛？我们想要干脆就在这边，好、哦，就这样，我们就干脆把这个 sprint 对吧，砍掉重来，好、哦，不是重练，好，就是说，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其实这一段程式，好、哦，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写的啊、哦，就是写的更精简，好、哦。所以比方说呢，原本还是这样的程式，好，那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开始来试着去试做，好，所以一样，好，就是一个 list element， 好，怕你一直上面看上面那样，我先把它注解掉，好，不过实际上你不需要这样做了，好，因为其实好，你们就是怕你眼睛一直看它，好，所以比方说呢，我就照看一个快的跟慢的，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去宣告一个 fast 的这个，好，然后慢的就从开头开始，好，接着好玩的地方，好，我们还回想一下刚才那个我们用到 for 回圈，不，刚才有一个坏，好，事实上呢，你大可这样，大可呢直接用 for 回圈改写，好，说明这次来直接用 for 回圈，好，所以 fast 呢，我把它指定成 head next， 因为反正 fast 每次是这样走比较快，好，然后呢，原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只要 fast， 好，而且呢 fast 的下一个还存在 fast next， 然后 fast。我们是一个 iterate， 然后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一次的回合，好，所以一个回合下一个回合，所以我们快的呢就怎样，一次走两步，好，慢的一次走一步，快的一次走两步，好，所以看了我们就写成这样了，好，然后呢好玩事情发生了，好，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写个 slow， 好， slow 是不是杨慧茹啊，不是那个 slow 啊，好，那所以看到、哦我们刚才删掉那段 code， 其实那作用是一样的。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不是有删掉这个 code、哦、所以你看到、哦、刚才那个程式码、哦、为什么我想把那个function删掉？因为你看那个function有趣的地方是前面都要干嘛？传递参数、哦、后面设定这个，对不对？我干脆把这个东西直接把搬到什么？搬到底下的 function body 去、哦、所以注意到哈。这个好，那所以看到我原本呢这个写法，你看看到什么？它的写法就是有这个 fast， 对不对？好，那我干脆用什么？用 for， 好，所以大家注意到啊、哦，我们用 for 改写成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哎，这又更怎样？更直觉了，而且你可以更聚焦在 for 本身。好，你看这样子改写的话，我 for 我这个 for 的这个什么 for 这个叙述，我一直看到 fast 就是移动两个的。好，然后每次呢前面移动两个的时候，慢的就移动一个。好，所以你看我把 fast 跟 slow 就把它这样区隔了，对吧？好，突然就觉得感觉很爽，对不对？好，那接着呢来思考一件事，好，因为这个原本这个 merge sort， 这个 merge sort 呢，你看到、哦、上面 merge 做一次 strcmp， 那底下呢 merge sort 又呼叫 strcmp， 好，所以还记得我们刚才在我上面写的一些code review 意见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有两个地方都呼叫到，在 merge 跟 merge sort， 所以这两个有两个 comparator， 那这两个 comparator 来讲的话呢，其实这样
其实 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最终有可能会更换 comparator， 好，或者说这个 comparator 我可能用一个 function point 的方式去传递，好，所以这时候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可能是用 function point 的传递，所以你不太希望说会传递两次吧，一次在 merge sort， 那另外一次在什么，在 merge， 对，这很这样很不 make sense，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始来思考，好，我们如何去修改，好，所以我们先把目标，好，所以其实写 code 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好，先把目标想清楚，我们目标是什么，就是不要它，对，不要怀疑，就是把它删掉，我不要它，好，好，那但是呢，当然不是把它删掉它程式就会动了，不可能，好，好，一样忘记上面的东西，好，因为它的 post head 跟 pre head 会限制你的思考，所以下来我就想，好，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在 merge sort 这个阶段，我其实要干嘛，我们其实是用递回，对，递回的方式去这样就呼叫，好，好，那但是呢，我要做一个准备这样，就是因为我要切割成左右两半嘛，对，左边的右边的，好，然后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想，哎，我要左边的跟右边的，好，那我要切割，然后要用递回一直切下去，好，所以先把我们心里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好，比方说我先比方说我定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中间，好，而且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我经过上面这个，好，注意到，好，这个技巧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我就可以拿到中间的，好，所以注意到哈，所以这个 MID 你从名字就知道是中间的，好，然后呢，但是你要干嘛，你要切割，好， Linked List 神奇的地方是什么，你切割的时候或者你要删除一个节点很快，对不对，你只要把那个节点跟节点之间关联把它砍掉，它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删掉了，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好，所以我找到中间之后呢，好，我要 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断开那个环节，好，所以你看，哦，这个是什么，是中间，好，是 slow 的 next 是中间，好，但是我要把原本那个 slow， 对不对，就是快的走完的时候，因为快的是一次走两步，慢的是走一步，好，所以快的你看，哦，在一次，哦，一个是走两步的，一个是走一步的，好，所以就像游泳一样，好，你游得很慢，但有人游很快，而且他的速度是你的两倍，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碰到这一点就是中间的，好，所以你看这样过去，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哦，碰中间，好，所以呢，但是我要把它断开，好，所以注意到断开环节，好，这时候呢继续写 code， 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是有 merge， 对，好，那我们就merge sort， 那我就从 head， 然后还什么跟我的 MID， 好，我的中间的，好，所以呢我就改写了这个 merge sort， 那显然呢，显然什么，显然也不会变过，好，但不用慌张，为什么，因为我有 git 啊，对不对，好，所以人生不能重来，但是 git 可以这样，可以重来，好，所以你放心去做实验，好，所以 git 的存在其实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课程，哦，一开始要跟你讲 git， 因为我们看 Linux 的落冲到是来用看的就很惨的，就是什么和尚看春宫，那是很悲剧的，啊，如果和尚看春宫，那真的不要 当和尚，啊，那个人生失去什么意思，啊，和尚就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问题，好，对，所以我们增高层次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要通过那个动手，好，去体会的，好，但是有 git 就不用怕，好，而且你可以干嘛，还可以教他对照，对不对，你可以用什么 git stash， 对，好，你怕改太多，哎，这时候就这样就还原原本了，好，然后可以把刚才的弄回来，好，所以诶改东西又来了，好，那我再继续改，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改动东西是什么，是这个 merge sort， 好，那记得我们显然我们要干嘛，来改 merge， 对，我们现在开始改 merge 了，那当然呢，这个以这个 merge sort 来讲，就是以 merge sort 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 要思考，就是说我们的 merge， 我们要想说我们要怎么去一样，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调整，那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有批评过，去批评说这个 prehead 跟 posthead， 其实这真的 很不好理解，那但是你看，哦，如果我换一个方式去写程式，好，去想，好，一样 merge， 好，然后呢你把它想成什么，如果你把它想成这个 left 跟 right， 诶，是不是好多人，对不对，刚刚看 left 跟 right， 好，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思考，对不对，好，好，所以放心去改吧，好，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原本的逻辑，原本你看，哦，原本的逻辑是这样，就是说
原本他会去就开始有去就要去做比较了，所以你看这边有做 有做比较，对不对？好，开始去要开始照着递增的顺序好去调整。好，好，然后呢，但是呢我可以这样放心的大胆的好去忘了他吧。好，所以忘他好怕你一直看他，好，所以加个这样注解。好，然后呢，所以终于可以干嘛放心写扣了哈。好，然后我们去想哈，就是我们呢，因为 merge 的过程中，它的一开始的开头有可能会被改掉啊，所以我们要把原本的开头啊，那个地址要把它存起来啊。那注意到我们等一下会讲指标，好，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哈，我先把一个先建立一个指标啊，它的目的呢就是来创造啊，创造这个最后要更新的那个新的 head 好，所以我传就会有左边跟右边，但是最后呢合并的时候会有个新的 head 好，所以这个我们先用个地用个指标呢去把什么这个新的地址好把它记录下来好，然后我开始给它一个 null 好，然后呢接着呢你看底下那个 for 好，这时候顺便示范一下，顺便让你感受到哈，用 for 改写啊，有会好很多的方式。好，那接着呢，这时候要用指标的指标，好，注意到哈，指标的指标要出现的哈，就是指标指标是这个对不对啊？但是真正的地方是什么？指标的指标指向指标的技巧啊，所以你看到，head 是什么 ？head 是指标，然后呢 ，iterate 啊，就 iterator 哈，就是那种迭代啦，好，就是那种一个每个回合那种迭代器啊，一个那个一个一次循环两次循环那种东西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技巧在什么？用指标的指标，然后呢，把它设定成什么？设定成这个 address of head 啊，注意到不能念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念 end 啊，这样念什么 address 啊，地址啊 address of head。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之后呢，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啊，比方说我们开始写一个，我要宣告一下，std.bo， 当然你可以写，你还是可以写一啦，好，但是我让那个程式更清楚，好，好，那现在好玩的事情要发生了啊，就是说我们会需要什么？需要去把 iterate 好把字取出来好，但注意到哈，因为这边有很多什么，有很多挂号哈。为什么要挂号呢？因为那个 priority 哈，就是那个这些 operator 它其实有 priority 好。好，然后呢，所以神奇的技巧要出现了哈。还记得刚刚是这样用对不对？好，是一样好。你怎么设定，你要怎么用它好，然后呢就会觉得神奇事要发生了好。所以这一层是这个对不对？然后另外一层是这个好。好，那 下一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要做 merge 动作好，那 merge 这个动作呢有很多很美的对称好，比方说找不到 left 呢就什么，找不到 left 呢就就给他什么，给他 right 好，好，那所以呢 iterate 好，那要特别注意到，就当然你还是可以把括号拿掉了，我只是啊，我把括号拿掉了，就是那我接着这个 iterate 好，然后把什么把它变成 right 好，然后呢我可以干嘛？可以离开这个回圈 ，OK 好，好离开回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做缩排就好。好，那再来什么？如果没有右边的话呢？一样 iterate， 然后变成 left， 然后干嘛？离开回圈。所以你看有那个，所以注意到它的那个对称性啊，顺便啊，好，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下一个我们要去想的啊，下一个要去想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要开始要去比较啊，要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去比大小啊，注意到递增的顺序 ，str 显皮啊，好，那我们跟左边去比 left 啊，然后 right 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写作业了吧？啊，就是你要写作业。才知道我现在在敲程式在干嘛，对不对？好，然后递增，好，所以注意哈，你脑袋一直想递增呢，然后所以一样，我要动到什么？动到我的 iterator， 好，那
但是呢，所以递增递增好，所以这要放什么呢？如果这边小于，你要放什么？你要放 left。好，然后呢，除了做这件事以外呢 ，left 要干嘛？要去指向下一个 left， 往前走。好，这个好。那接着呢？接着什么？你要去想那个另外一种状况。所以比方说像这段程式码啊，那这段程式码之后呢，下一个什么？下我们要去想另外一个 condition 啊，另外一个 condition， 另外的 condition 呢，就直接开始想啊。另外 condition 呢，显然是对称的嘛，所以其实这个写扣很快了哈。然后我忘记把我的那个 VIN 设定好啊。VIN 如果设定好的话，不需要那么累哈。只是这台电脑忘记装了啊。好，然后呢，就几乎快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回圈啊，就大功完成啊。但是呢，还不够，我要把什么？我要把刚才跟动到的那个 head， 注意到跟动到的 head， 好的吧？要把回传 head， 好感动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其实呢，把刚才什么 split 啊，我们把 split 呢整合到哪里？整合到那个。我们把 split 整，可恶！哎，我刚是不是少改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啊、哦，你一边写程式一边改 code 还蛮难的哦。好，那所以你看哦，我们刚才这个实作来讲话呢，我们补了什么？我们补了这个 head 啊、哦，就是这个 merge 啊、哦，跟这个底下这个 merge 的动作。好，给你看看。呜呼，错了吧？好。没关系，好，来解决问题。好，所以呢，开始想啊，就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来帮我们 debug 啊，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在171 Q 的171，因为干嘛？你忘了改嘛，啊、哦，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用什么比较优雅的方式来改。好，好，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34秒，我出来34 head， 好，所以啊，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写错了，要回传 head。吼吼，好，这个就有好。先不用急着打 make test， 对吧？因为你要干嘛？你要先确定你的结果是对的。好，好，比方说呢，我就比方说 new h i n d， 好，比方说来个五个吧。好，所以你看到、啊、这个有 s t e v n e n e e z， 好，然后呢，紧张，哦，哎，这时候发现什么事？发现没有排序。哦，这个问题很好，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写程式终于遇到困难，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只好休息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下呢，好，那我们只要有适度的什么，适度的呼叫，好，就可以这样，就可以把 code 改得更精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在我们来讲话呢，可以看到说，我们跟原本的一个跟动方式来讲话呢，你看原本要这样用，好，原本的话就因为用到。算用到指标的指标，好，但是他把这个操作，好，就是操作的过程，好，要特别要开发者自己去要这样子写，好，其实很容易这样忽略。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我把这个就是我给一个旧的 head， 然后回传一个新的 head， 好，所以我们这个来讲话呢是让这个使用者被便利，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要操作这个 head 这个值，好，你要操作 head 这个值的话，你可以干嘛？你可以不回传的，好。好，然后接着呢，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把我们做过的一些修改重新改一次，回顾一下哈。所以你看，原本有 pre head、post head 啊，所以其实这个光是命名就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哎，我们这样改写之后呢，哎，就简洁清楚多了啊。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只是整体的程式码变短啊，而且你可以注意看我们现在改完的版本哈。我们现在改完的版本呢 ，strcmp 只要呼叫几次。不是一次，好的，它是
写一个地方跟呼叫几次是两码子事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以后呢 ，strcmp 这个，我可以变成一个参数去传递啊，或者说我可以透过某一个形式去变更啊。但从到我只要维护一次，好，不是呼叫一次，是维护一次，好，只维护一次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回想原本程式就是。因为它摆了两个地方了，对不对？就上面要呼叫一次，下面要呼叫一次，对不对？这个其实在维护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呢，虽然这一行真的很难懂，对吧？这行你懂吗？就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觉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不是 C 语言，它是 C 语言，它是标准 C 语言，但是不熟悉指标的，可能第一次看到这我就觉得奇怪，对不对？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这东西更酷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到、哦、这样写一个好处，你可以聚焦在 iterator 的起始，可以聚焦在回圈的发生条件，比方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走完为止，然后呢你怎么走，就是这个走法，就是我的 iterate，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这写法不是那么单纯，不是那么直观，但是因为这样的东西存在，注意一下，因为这样的东西存在，让后面这些程式码变得很直观，所以注意到，我不是说这样子写一定是最好的，而是说它是在思维上是有转变，这个其实注意到在 Linux kernel 有大量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们就开始会很多类似这种风格的讨论，所以与其呢盲目去看 Linux kernel， 你其实真的说西元素养也拉上去，所以为什么会有 libvirtio 好，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你看就是你把那个 fast 跟 slow， 所以你就可以聚焦在一次移动两个的跟一次移动一个的，就这样做一个机制。那而且呢你看这个，你看这一行啊，其实它是算整个这个 merge soul 里面很美的地方。你看这个就这样。那这一行美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都知道 merge soul 它是用递回的方式，对不对？你在那个很多书本上有看到那个递回，对不对？就是好啦，怕你不知道我在画什么鸟啊。Merge sorts 就是呢，美的程式呢，往往是可以很简单的啊，像这个啊，在就是像这种经典，对不对？拆开来啊，然后合并啊，所以你看到刚才那个合并的图，注意到啊，脑袋有这个印象，好，拆开来，拆，合并，再合并，再合并，啊，合并到一条啊，那刚好呢，那个东西就对应到画面中这一段程式嘛。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美的程式。好，那你以为这样结束吗？没有啊，还有多的事可以做啊，对不对？但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先回来看这个啊。那同样这个东西，你看坏了这个东西啊，我们也可以干嘛？也可以改写啊，对不对？你隐约发现什么？用 for 改写，没错 ，for 啊，用 for 回圈改写。所以呢，用 for 回圈改写呢，那个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可以怎么改呢？好，比方说你可以这样改，你可以先我想想，其实这样改也是可以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改写的话呢，这样，对，就是上面这段的话呢，如果用 for 回圈来改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就是一开始是。一开始没有条件，没有特别条件啊，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做，这个，然后好，这个 qtail， 然后 nest， 好好玩的地方发生了啊，就是你说那中间要填什么鸟呢？别怀疑，就是不填啊，比方说呢，你可以这样写 iterate。然后注意到上面这个东西啊，跟下面这个东西啊，它是等价的啊。那好了，不行，自己跑看了。好，比方说 qtest new h ind 5 4好5 sort 好，那而且那个 tail 好也会跟着去更新啊。所以呢，你从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发现是不是哦，善用 for， 善用 for 圈呢？哦，你要知道，上面这样写法到下面感觉只是等价了啊，这个意义不同啊，意义在哪里呢？你可以聚焦在什么 tail 啊？那你说那中间放着没事干，不是没事干，他有事干的啊，就是他真的没，但是你可以聚焦在
比方说你想要什么去计算数量，好，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顺便什么，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什么 size 加加什么鸟的，好，就是类似这种，好，你可以把这种把这个资料操作变更，好，所以注意到吗，我们把 while 改写成 for， 不是说可以让你少一行这种操作，不是，好，它可以让你聚焦在这个本体上，好，然后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啊， for 这个东西呢是从 argo， 好， argo 60就有了， argo， 对，有一个东西就叫什么，就是有一个程式员叫 argo 60， argo， 好， argo 60它就有什么，它就有 for， 好， for loop， 好，所以知道 for 这个字啊，它那个不是英语那个 for 啊，这个 for 是什么来的？for 是德语来的，好，那个 F O R， 好，这是德语，好，它应该是那个 F U 啊 ，F U R 那个，然后就写起来像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啊，就是这个字啊，啊，只说这个念 for 啊 ，F U R 啊，念 for 啊，好，然后所以呢，注意到这个那个是从那个德语啊，那有点像什么定冠词那个东西啊，就是那种一个冠词啊，就是说。对什么东西这样子啊？对怎么样啊？所以呢，注意到呢，为什么 C 语言同时提供了 while 跟 for 啊，甚至还提供了 go to 啊？以计算机结构来讲的话 ，C 语言不用提供 while， 也不用提供 for， 它只要提供 go to 就好啊。因为你只要 go to 跟 compare， 你就可以实做什么？你就可以实做回圈了。但是呢 ，for 的存在让你怎样把写程式的思维可以这样。可以去提升的，好，所以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做 code review 啊，是希望呢大家在写程式的思路啊、思维可以这样，可以去提升啊，所以这个也是了解 Linux kernel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好，那么再回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在做这个 code review 啊，其实就会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那接着我们来参考一下那个，来观摩一下其他同学啊，比方说这个啊。这个同学呢，啊，就做得不错啊，然后当然就算是做不错，还是有可以挑的地方哈，就是懂吗？我们绝对不要说 finish 啊，我们好还可以再好。好，那接着呢，这个注意到哈，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呢，其实有要求一件事啊，就是这个要求是比较多一点哈，那直接移动一下 ，nature sort 啊。那注意到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natural sort order。好 ，natural sort order 是什么鸟呢？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比方说以 Linux kernel 来讲，好 ，Linux kernel 啊，哦，你看时间不等人啊，三月十五又发新版呐、啊，对不对？好，你看看，对不对？所以你 Linux kernel 真的不能看的、啊，那个这个改版真是改的太快啦，对不对？而且最新的稳定版是 5.5.10 啊，来给你。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还在 4.15， 我天哪、哦、所以注意到、哦、Linux kernel 呢，你真的不能直接用看的， 你要先把素养拉上去、哦、然后要知道人家改什么、哦、人家为何而改，为谁而改、哦、这件事呢非常重要。好，再回来，我们刚不是讲到 natural sort 对不对？还记得吗、哦、natural sort、哦、那 natural sort 可以这样就是啊，对，好 ，natural sort order 呢是讲什么呢？好，就是讲这个啊。比方说，你看哦，这个叫做 4.19.11 啊，它就是 4.9 这个加这个什么这个分支啊。那我们称为叫 long term 啊，就是所谓 long term support， 就是说会长期支援下去。那一开始呢是 4.19， 那接着会有 4.19.1、4.19.2 啊、4.19.9。好，那好玩呢，如果问你。4.19 好，来 4.19.9 跟什么呢？跟 4.19.111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大？就是哪一个比较新？显然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的，对不对？好，为什么？就很明显啊，对不对？好，就是很明显那个版本跳那么多号，对不对？好，但问题来了，如果是用 strcmp 是什么？是一个字元接着一个字元去比较，好，比方说 strcmp 比较4啊，那比较点，比较19，好，好玩了。那我比较这个9的时候呢，下一个比较对象是1，好，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是 strcmp， 它会判断谁比较大，它会判断前者比较大，好，但是这不是我要的，对，因为它不自然啊。我们 natural sort order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再一个地方是我会有个区隔，比方说区隔的东西是一个点啊，小数点或者一个逗号啊，反正总之我会有个区隔点啊。然后区隔之后呢，我会看什么？看这个，把整个字串扫过一次再比较。好，所以你看到以前 String Compare 是什么？它一个 byte 一个 byte 去比较，它不用把整个字串比完。好，而且呢 ，Natural Sort Order 呢，其实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好，好，你说这个后面这个比较大。好，那下一个问题，好，这个好，请问 4.19 比较大还是 4.9 比较大？哎，这个东西就困扰了，对不对？哪个比较大？是前面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前面是 0.19 啊，好，所以你看一样，你又不能什么？你不能只一个 byte 接这个 byte 比较，所以隐约发现什么事？哇，这个 natural sort order 很麻烦，对，没错 ，natural sort order 就很麻烦，好，所以它的那个时间复杂，不是。它的那个耗费的执行时间是比较大的，好，但是呢，它是越是非常常见，比方说 Linux kernel 版本就这样，哦，那不止 Linux kernel 版本的话，天底下一大堆东西都长这样，好，比方说什么，我电脑哈，哦，有些按键把它取消掉了，怕我女儿哈，哦，怕我女儿打电脑，我女儿很好玩的，我女儿就是她。因为我常常在更新这一页嘛，就更新这个讨论区，他就看到什么，他就看到企鹅，对，我女儿会这样，企鹅，他就看到企鹅就很开心，然后就开始在打电脑，就跑到我的那个，就我女儿两岁啊，然后就开始那个，就跑到我电脑打电脑啊，所以包括说那 VIN 我都不敢开那个什么，开那些比较强的功能啊。因为我女儿会在 VIN 上面打东西啊，然后把我的程式搞错啊，搞死我了，所以我预设都把那些东西关掉。好，那回这个，所以我回来看啊，就是说所以呢，其实 natural sort order 哈，它的运算呢其实是有成本。好，比方说呢，这个同学呢就发现什么事，他就是他一样，他去写程式哈，所以注意到啊，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做那个 code review？ 我们刚才为什么要改进我们的 sort？对，我让原本要呼叫要放两个地方维护的，把它变成只要一个地方，哦，而且可以聚焦在什么，哎，这时候又要欣赏一下美妙的程式码啦，对不对，哦，我可以把在演算法层级的啊，哦，不是这个、哦，就说我们在，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为这叫美丽的程式，哦，就美丽的程式它就是刚好怎样，它可以很简洁，对不对，增一分则太胖，哦，减一分太瘦，哦，太棒跟太瘦不重要，它是浓鲜合度，哦，而且最重要是这一段，哦，它刚好跟那个 merge sort 的递回定义是这样， 是匹配的，哦，那这个同学呢，他就是他就是试着把 strcmp 换成 strnat，哦，这个 nat 什么鸟，哦，就是 natural sort order，哦，然后呢他发现什么，会有执行时间超爱长失败，哦，所以他就好奇啊，到底 慢什么鸟，哦，来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绿色的地方发现什么，这不是武汉肺炎吗，一天增加23个病例，这个是确诊，对不对，好，对， Natural Sort Order 它的成本就很高，好，这个东西呢是正常的，好，所以我这个同学，好，这个非常值得那个值得这个称许，好，对，好，如果我们停课我有个困扰，就是如果说我们改线上上课，我还不知道怎么送书给学生，我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哦，该不要打比特币吧，好，就好，我再想看，好，好，那这个以这边来讲的话，发现什么事呢，会发现说其实你看哦，我们过去花很大力气，好，就是你过去读书的时候啊，好，写程式的时候花很多力气想，哎，我要怎么实做一个 merge sort 啊，怎么去实做 quick sort 啊，merge sort 的时间复杂度， quick sort 的时间复杂度，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说明时间瓶颈根本就不是这种东西，其实很好玩哦，你画面中看到是一段程式码，它其实不会太慢，好，它是有代价的没错，但是它不会太慢，好，但是呢悲剧的地方是什么， comparator， 好，因为 comparator 每次什么，每次你做 merge sort 的时候都要，就是这个，好，就是你这个 comparator， 好， strcmp 也好，或是 strnaturalcompare 也好，它是所谓的 comparator， 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呢千万不能小觑，对不对，好，这个，好，所以呢显然呢我们下一步就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怎么去改善，哦，当然你需要去做量化，哦，你盲目的改善是没有意义的，
哦，就是比方说什么叫盲目改善哈，盲目改善就举例来说，比方说 K 好，比方说呢，有一种盲目改善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给一个 x 等于64，好，好的，然后呢，那如果 x 要除以4，好，对不对？好，好，那像这个东西呢，有同学就会写说，哎呦 ，x 除以4，不就什么向左位移2，好，好，但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同学会把这个什么，就是这是原本的程式嘛，好，然后这是什么原本的，好，然后呢，这是下面是你的，好，那你觉得哎呦，我好棒啊，对不对？好，不是有一张图嘛，那个什么什么，哎，不是有个东西梗图产生器，对不对？哦，我好棒，好，大家注意到，依据现代的编译器，好，在21世纪。有强度的编译器，基本上上面也好，下面也好，它编出来程式码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这个整数除法如果发现是4，哦，它会直接把它转成下面这个，哦，所以它不会去做真正的整数除法。为什么呢？因为整数除法是有成本的，哦，所以呢，像刚才那种，你以为你好棒，对不对？哦，但是尴尬的地方是，编译器更棒，哦，所以那个为什么你要了解编译器，哦，你要避免那种无效的操作发生，哦，好，那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数据，哦，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哦，有些硬体呢其实它缺乏整数运算指令，哦，比方说那个 on 的一些某些 on 的硬体它是没有硬体除法的指令，哦，然后再什么比方说讲这个 Sandy Bridge，哦，所以 有很多这个 i5,i7 啊是所谓 Sandy Bridge，哦，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什么 Core，哦，比方说这个你会看到说那个 Intel Core i7， 好，注意到那叫 Prada Name， 好 ，Prada Name， 好，就跟这个 Core i7、i5、i3， 好，所以注意到这个叫什么？这个称为叫做 Intel Core Processor， 好，然后但是呢，看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好，因为它只是一个产品名称，有点像说，举例来讲啊，不要生气啊，就是比方说这个叫中央，好啊，这个叫成大，这个，叫台大，好，那这样的分类呢，你大概知道说。录取分数高低，但是不代表学生素质啊，哈，就也是有完全颠倒的嘛，对不对？好，台大总是会冒出一些难以理解的人，对不对？好，那中央也很多优秀的人，好，所以注意到优不优秀呢，是要看什么？要看这个 micro architecture， 好，所以注意到啊 ，i5、i3、i7 这些东西的存在，是让 Intel 更好卖价钱，就跟台大、成大、中央存在的目的一样，好，我们会设定不同的这个录取标准。好，但是学生的造化还是要看什么？他的 micro architecture。好，所以注意到哈，你真正去看那个处理器的时候，你不能只看 i7。好，你的 i7 跟别人的 i7 是不同的。好，比方说我的 i7 跟你的 i7 是不同的。好，这笑话哈，就是好。但是就是说 ，i7 只是一个 Prada name。好，所以特别注意啊 ，i7 就跟台大、成大、中央这种名字一样。好，它有参考价值，价格会不同。好，但是真正的效能跟硬体行为要看什么？Micro architecture， 好，所以比方说呢，在2009年的时候 ，Intel 有一个 Sandy Bridge， 好，那当然距今已经超过10年的架构，好，但是还是有什么，还是有好几款 i7、i5、i3 是用什么？是用这个 Sandy Bridge， 好，那如果我们讲 Sandy Bridge 的话呢，这个什么，在针对64位的整数呢，它可能用到40个到103个 CPU 周期，好 ，clock cycle， 好，所以它是一个很沉重的运算，好，所以比方说你也可以对照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五周测验题，第五周测验题就是把什么整数运算，把它换成什么不是整数运算，好，那或者说把它换成简单的整数运算，好，比方说除以二啦，除以3，好，这个就会快很多，好，它就会。就是这种等级的哈，103就是复杂的整数哈，那甚至除以3，还有一些速算，有个加速的方法哈，整数除以3哈，有一些速算法可以不用整数，不用整数除法的指令哈，你可以用减法或什么之类哈，你可以想一下除以3怎么做哈，除以3就是你位移哈，提示一下用位移可以做出除以3的效果哈，那你要组合一下。好，那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像这个题目哈。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要它的答案就是357，好，那很酷的地方是什么？除以3除以5除以7
都有速解法，都可以用那个位移加法减法可以做出来。好，那所以总之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呢，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 nature sort order， 好，所以注意到呢，其实呢，这个在这个在因为我的 compare 耗费时间是很大的，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思维要去想，好，那这边有我就列出一个文章，好，所以注意到什么叫做跟老师跟学生互动，好，这个老师跟学生互动呢，绝对不是什么直播这种哈，我讲话你听哈，你好歹要回一下嘛哈，这边比方说你有什么诶讲话哈，诶 ，VI Master， 他现在就是啊，我好多程式都写烂了，快哭了，好啊，那这个我们讲的互动哈，就是其实更多时候是像这种哈，好，比方说呢，注意到呢，事实上呢，你的 strcmp 它不是一个 byte 接的一个 byte 哈。一个 byte 接一个 byte 的比较，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实作技巧啊？但是真正的你在电脑上，不管你的 notebook 上、你的手机里面，其实都有好多最佳化技巧。那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不会一个字元接着一个字元比较，我要比较是一个 block， 好，所以你看到这，其实你通常这种东西你看多了，你就直接什么，你就直接找 block， 好，因为技巧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的 CPU是32位元、64位元，甚至某些 CPU 呢，它可以这样，它可以有一些在就不是某些的，很多处理器都可以这样，就是说它是64位元架构，但是我在特定模式下我可以存取128位元，所以我可以不用一次比较一个 byte， 我可以一口气比较8个 byte 或是16个 byte， 那个效率就差很多了，所以以这个来讲话呢，可以做到十倍速的加速，好，这是做得到。你看这个十倍，哇，对不对？十倍速 programmer， 对不对？好，当然十倍速的 programmer 要做的该做的付出，要知道问题根源在哪里。好，所以你看，像这个同学呢，他就做的这个蛮好的，就是开始去分析，好，而且对啊，这个同学发现很重要是，没错，每个 nature sort 的定义是不同的，好，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去定义 nature sort， 好，所以注意到啊，我们出作业的时候呢，故意点这个。它是做的很烂的 nature sort， 好，那你懂吗？我不能给你很美的，好，很美你就干嘛？你就把它背下来。你看，如果一开始呢，我就给你，不好意思，又要偷看那一段程式码，对，就是如果我一开始给你的东西呢，啊，不想给你看了，好，反正那个什么呢，这个对，就如果一开始呢就给你写这个，你会干嘛？好，绝大多数的学生还不会说美，就说哦，我把它背下来，对不对？你还记得你以前在学西语的时候，可能老师有教你什么河内塔，对不对？A 搬到 B 搬到 C 搬到 A， 对不对？那个河内塔，对不对？很多学生就把它背下来。如果一开始给你美的东西，你就会怎样？你就会背下来。好，放心，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好，所以我相信跟你我这样人多的是。好，我们的关键是什么？是要解决问题。好，所以我们很清楚 ，nature sort order 是为了解决什么？解决像跟 Linux kernel 那个版本排序的问题，好，或是人的解读问题。好，但是其他的语义是需要什么？是可以去调整的哈，你可以设立一些规范哈。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在最佳化之前呢，一定要把什么它的行为讲清楚哈。哪些行为是属于未定义的？好，你把它讲出来，是属于未定义的。好，那你可以说这些行为属于未定义，所以我把它最佳化掉。好，或者说这个东西呢是我不做的，所以我故意忽略掉。好，好，或者说我在第一个梯次我不做，好，我下次我排序可以排两次啊，我可以初排跟细排，好，就是我初步的排序完，好，然后细致再排。你说，怎么有这种东西？有，好，其实在很多那种在像一些我们做那个资料库啊，往往就是会先初步的检索，好，初步检索说某某资料是不是存在资料库里面，好，然后之后再细致的去找。好，好，我知道你不知道讲什么鬼，好，没关系，我给你一个关键字啊，有兴趣自己去查。Bloom filter。Bloom filter 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好，不用这个。如果呢你要去把资料库走过一次，你看资料库成长很快，对不对？这个资料量很大。那你往往很多时候的需求就是，我去查特定的输入是否存在资料库。好，你要从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一直找，找到尾巴。那这个资料库一直成长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好，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呢判断一个资料是否存在资料库，
是用常数时间，是用非常短暂的时间就可以查出来。有啊，就这玩意儿啊，它可以给你个几率啊。所以比方说呢，好，比方说 我女儿现在两岁啊，两岁呢顶多就是两岁顶多八十公分吧。好，我说长得高的话就大概八十公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八十公分啊，你大概可以判断啊，判断说什么，这个小孩应该怎样，就是上小学几率应该是零啊，因为啊不是零啊，就是也有小孩比较迟缓的，所以我修正我的话，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身高是80，他是小学生的几率这是很低的，就是非常非常低，趋近零。但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看到身高是120 123 125 129 130，那这个在小学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在国中应该就要突破这个身高，当然也有些例外，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用真的把所有的血统资料走过一次就可以知道什么它存不存在，就类似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几率的这个几率模型的方式。所以对，不要怀疑，你会好奇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跟历史课有关。注意到我们刚刚讲那些梗都跟历史课有关。好，不信你自己找看，比方说你在历史课找看，找什么 Linux kernel 啊，今天 kernel 然后找这个都会存在啊，就是这个 Bloom filter for Linux kernel 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大量的存在在什么，在那个Linux kernel 里面哈，像那个在 Linux kernel 有个东西叫 BPF 啊，就是 Berkeley Packet Filter 啊，然后你可以找 Bloom filter， 对啊，所以其实这样，它就是内建的 Bloom filter 啊，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教 Linux kernel。Linux 核心设计这门课，但是我们也把 Computer Science， 把写程式的技巧，把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就把它探讨。那所以我们在想的是说，他其实学这门课，就是学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其实它是一个很好一个反省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当然你们好奇说这个课程的量是怎样，这当然就比较大了，废话。好，那我们再去看其他同学的。好，那这个同学呢也蛮有趣的，你可以瞄一下。所以注意到，再强调一下，这不是偷看的，这是去观摩，然后而且观了就要干嘛，对，不是模仿啊，那个观了，如果是 观察之后只有模仿，那个层次很低，其实人家指出，对，指出人家错误。所以再次提示，是要干嘛，要记得我们写作业还有什么，还有 review， 所以要下一些必要的 review， 跟其他人互动一下。好，比方说呢，对，这个同学这个地方还不错，这个好，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个叫 P arrow？P arrow 什么鸟呢？看一下 P arrow。P arrow 呢，在这个main page 呢，他告诉你，他是印出一个讯息啊。那这个讯息呢，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讯息呢，它可就是这个讯息呢是来自什么，来自一个 system code 啦，或是一个 library function 啊。好，然后呢你传递进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你用个字串的方式去传递啊。然后呢有趣的地方是这个讯息怎么被传递出来的啊，那底下有一些描述，就是描述什么，描述这个 PL 这个讯息啊。那这个东西呢通常什么时候很有用呢，啊，比方说假设机体配置失败。好，你看啊，你思考一件事啊，假设你电脑非常繁忙啊，那机体配置失败，你要印出说配置失败咯啊，那问题来，配置失败这个讯息到底要印在哪里？好，再讲一次啊，假如你的手机很忙啊，你想要这段程式码刚好就是手机里面的某一段，那手机就非常忙碌，所以这一个机体配置失败，可是因为手机很忙碌啊，所以它没办法弹出视窗说不好意思，机体失败，手机都忙到翻天了，所以根本印不出来。好，所以呢，你这时候呢，你善用 PL 是很有用的啊，你可以去参考这个 main page 啊。那简单说，这个讯息呢会被传，可以有机会透过某种机制哈，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也可以把它抛弃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做一个系统那个系统讯息追踪的一个机制啊。那你可以去查一个东西叫 systemlogd 吧啊 ，systemlogd 这样。那所以像这种 systemlogd 呢，也可以搭配刚才讲那个机制去做使用吧，啊，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同学一样，他也有做那个 nature sort 啊，然后那我想一下哦，对，然后这个同学呢，他有用到这个
注意的好 ，Wag Green 在很多人你如果去 Google 搜寻，然后有人就会说什么哇抓漏神器啊什么的，好，注意到它的功能不是只是抓 Magnetic， 可是你看哦，你看你用 Google 搜寻啊，你如果没有点第一个，你如果去找第二个、第三个啊第四个啊、第五个啊，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就不是大家，就好几个都在讨论 Magnetic， 好，但是注意到这个 Wag Green 的作用绝对不是什么，不是只有做 Magnetic 可以啊。我们在作业说明有写，好，来看一下作业说明。作业的说明 ，Wag Green， 好，注意到呢 ，Wag Green 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动态分析器，好，它是一个动态分析器的框架，所以呢，它其实不只是当 memory， 你看到这个什么？这就是这个 Wag Green is not a memory。leak checker， 好，所以它的用途呢不是只是做 memory leak， 好，这也是为什么你要读第一手资料，好，因为第一手资料啊，就像这个作者啊，这个开发者哈，他是什么？他是 Wag Green 的开发者，好，所以他做，那你说那么多人在写 blog， 我怎么知道他是开发者？这个所以啦，哈，你用个软体呢，要把他作者稍微查一下，好，主要的作者你要去查一下，好，然后订阅一下主要作者的讯息啊，好，或者，所以你要写笔记啊，好，所以或者说你要分享啊，跟别人讨论啊，这个不要只看程式码啊，千万不要只看程式码是一个产出啊，如何产出，如何运用，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啊去什么去扩充啊，这才是我们真正在 Linux kernel 学习啊，真正要在意的啊。然后总之呢，它 Wag Green 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框架啊，这个框架上呢，我们可以做很多分析，那其中有个分析呢，就是在做什么？就是来分析机体的使用量，所以有个东西叫 massive 啊，注意到啊 ，Wag Green 是一个 framework， 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动态分析的框架。在这之上呢，我可以有个应用啊，应用程式叫做 massive， 好，那 massive 这个东西可以干嘛？可以来视觉化，对你看到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用 Excel 画出来的哈，而且请你今天忘记 Excel， 不是我们讨厌 Microsoft 哈，是 Excel 太废，画不出那种东西哈，有很多工具可以画出更专业的图啊，所以。拜托啊，你做那个什么效能分析啊，或者写论文，拜托不要再用 Excel 啊 ，Excel 画的图很多问题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啊，你可以找到一些网络上一些批评 Excel 的啊 ，Excel 有一些那个在那个数值精准度也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在那个制作啊，毕竟 Excel 功能太多了哈。但是我们要的是图表啊，精准图表。那所以呢，这样这个 Massive 呢，它就可以这样，它就可以去做这个制图，可以而且是事件导向的啊。那至于说为什么 Massive 为什么那个 Massive 可以达到这个事件导向的话哈？请你看那个啊，我们上面有载入一些原理啊，所以请你把这个东西都看过一次哈，就是包含说我们这边描述啦，以及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连接，然后包含说这个我之前有一个学生教，就是准备的这个论文的导读，好，我们之后会有一个类似的哈动态分析的一个机制，好，所以我们第一个作业其实相当于集大成哦，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在挑战啊，不是、啊、在提醒你对 C 语言认知可能不够充分，但是其实它是把很多必要的工具，而且第一个作业还有很好用的功能嘛，就是过滤学生嘛，我们已经过滤了超过七成的成大学生就退学了，所以拜托不要再退学了，你可以跟我沟通了，再退你下去我就不能开课了，所以请你帮帮我，好，那这个我们再退几个就开不了了哈，这不是玩笑话，这个我很紧张哈，我希望我这门课可以开到我女儿一起来学习哈，所以你可以没有兴趣没关系哈，但是你可以对这门课最大贡献就是不退学啊，好，感谢你啊，好，那所以像这个 massive 这个工具呢，好 ，massive 这个工具就可以在这个 Wag Green 这个架构下哦来干嘛，来做这种分析，而且是事件导向，好，那你可以去查为什么它有。可以做到事件导向，然后呢，这个同学又在设计一些实验，就是说，哎，这个什么机体的用量变化，好，那这个又很重要，因为特别回想一下，我们刚才有没有讲的 old commit malloc， 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机体管理，好，所以其实它背后呢，这个什么，这个很多行为呢，都不是说我们执行程式就立刻发生，好，很多时候呢，会有这个 lazy allocation， 就是说，我们讲那个机体配置哈，其实往往会有这种啊 lazy allocation， 而且你可以查一大堆啊，比方说这个。Virtual memory 哈，Virtual memory， 好，它有一大堆这种类，那个类，我们有一个这个系列讲座哈，
Linux 核心设计啊，机体管理篇哈，那就特别讲到这个 Lazy Location 哈。然后注意到呢 ，Lazy Location 呢是在这个现代哈作业系统呢都这个都会持作的机制哈。那这个机制一旦发生的时候呢，在我分析是很麻烦的哈。所以尤其是已经在工作的朋友哈，应该都会遇到一些幽灵状况，就是哎，这个程式在某个时间点执行是成功的，在某个时间点执行是失败的啊。那你可能会反求诸己一下啊，我一定是我程式写错。但你们想过一件事，这是作业系统主态可能就有问题啊。这件事啊，你的程式可能怎样？哎，我这一次执行，哎，配置机体都配置得到啊，那好多事都成功，但是在某些 case 它就是配置不到机体，为什么？因为平常你执行程式的时候，很可能都是 lazy location 啊，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许不是你的程式的错，也许是背景程式或者是其他的参数影响啊，或者像刚才原本有开 all commit， 那我把 all commit 关掉，所以你的程式就算一行 code 都不改，行为有没有可能会不一样？有，对，你不觉得毛骨悚然，就是很复杂，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来上课啊，对不对？好，所以拜托不要再退选了，对不对？你不觉得可以了解电脑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吗？对不对？好。对，而且大学部又不用缴钱了，对哈，这好，对，拜托你，好，好，那所以就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 massive 好，那在这个我们之后还会在 Wargreen 这个架构下好再去扩充哈，事实上 Linux kernel 也有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整合跟这个东西有关，好，好，然后那这个同学呢也有去读这个论文啊，去研读这个论文的这个描述哈，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那当然注意到哈。论文的描述跟实作还是有一点差距，好，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哈，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强化这部分，好，所以这个我希望这个 lab zero 这个作业哈，它是集大成的，所以你哦对，包含机器统计也可以顺便学，对不对？好，然后呢，所以我之后可能会给学生分组，好，我在想要怎么进行，好，就是说我可能分两组啊，一个就是继续冲的同学，好，就是他继续挑战各式这样很困难的，好，那另外的同学就是把这些细节哈。可能比方说专门在论文啊，在这个实作啦齁，那中间可能会找出一些什么，重新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齁，比方说像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才发现，诶，这个什么，这个实作跟论文对不上齁，那对不上我要怎么我怎么去修正齁，比方说像这个移除前面的资料点齁，像这种这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分析，那这个执行的时候呢会怎样，这个行程之间会切换啊，会有中断发生啊，甚至包含说多处理器还有什么，还有一些这个 concurrency 的议题要处理，好，所以这些 导致说我今天要去 我测量不是那么单纯，好，你看这边论文它的原始精神是很简单，就是说我用一个什么统计学的这个假设检定方式来检查这个会不会因为测试资料的差异而改变，好，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是做法非常复杂，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学生去读这篇论文，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的成果整合到这个程式码，好，因为我想让大家同学知道什么因素干扰了，有可能是来自 schedule 啊，会来自这个中断啊，那来自这个比方说同步机制啊，这些东西都是怎样，都是对我们了解系统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现在21世纪学程式跟过去很不同啊，像过去我们学程式可以拿到一台很简单的东西，好像我写的那台个人电脑，它就很简单，它就是打开就是一个 DOS 啊，那就是你可能执行一个倚天中文什么的，你有没有什么多功屁啦，什么多功都没有，对吧？好，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所以你是从很简单的一路慢慢学，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之前我讲过了，就是说我从 ADA 从那个Smalltalk 啦学这种OP 啦，好，然后学这个 Batch 啦，学这个 C 语言啊 ，C++ 啊，我是一点点这样起源。可是各位不是，各位拿到东西是复杂的，而且你买电脑时候说，哎，老板，我要买一只手机，好，但是我不要多核，好，那我也不要memory 那个 cache coherence， 好，你把那些东西去掉，老板说没有这软件，对不对？现在东西都复杂，所以你现在难度是什么？你拿到东西都是复杂的，你要怎么抽丝剥茧？好，你要怎么一个宏观的知识？这是我觉得在这个21世纪写程式啊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也跟你在一起学吧，好，所以我们相互交流，相互探讨，好，好，然后好，那像这个同学，哦，对，出卖一下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呢，他是成大化学系的学生，好，但是一样考上台大资工所，对，对不对？事在人为嘛，人家也没有重考啊，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你看修我的课也是可以考上台大的，对吧？好，所以
对，千万不要有同学说啊，老师我退学是我要考研究所，但人家还是考上台大，对不对？人家是从成大化学系考上台大资工所，好、哦，所以 OK 的啦，好、哦，好，那所以这个像这个同学呢，他就花了一点力气哈、哦，去探讨什么，探讨这个这篇论文，好、哦，那所以他就提到一些什么，一些这个他一些一些机制哈、哦，要讲的是像这个。一些统计学原理哈、哦，那接着他就开始做这个程式分析哈、哦。那注意到呢，我们学程式分析的时候呢，不应该是说上面什么都没有看的时候呢，你自己去看什么去解析这个程式，然后去用什么 trace tool trace code 的工具哈、哦。注意到了，如果你上面完全没有这个 know how， 对不对？你看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如何 trace code， 对不对？我刚才讲过，我在一些公司当顾问都很累啊，对不对？好，因为。你脑袋有先这种东西啊，对，你脑袋有统计学，对不对？你比方说，如果你看这个底下这程式码，哎，不对，不是这个。好，比方说这个东西 ，min m two m， 然后你会干嘛？你会看不懂，然后就干嘛？就跳过啊，反正这个是 structure 不重要，这当然重要了。这统计学来讲，就这个东西，好，对不对？好，所以注意到啊，像什么 t student 那些东西啊，那个什么，那是这个 domain know how。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在 trace code 之前要干嘛？要 domain know how 啊。那接着要去想哈、哦，他的这个 domain know how 他的彼此的观点啊、哦，所以这同学也开始做一些分析啊、哦。好，然后再来啊、哦，再来是说这个同学呢也指出啊、哦，指出什么？指出现在程式的那个不足啊、哦、啊，比方说像这个不是这个，在这里好，比方说呢，我不是可以打命令对不对？好，但是你看我要。按上按下，对不对？你平常很习惯的按上按上下，对不对？就变 ABAB 没有用了，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剧呢？因为我就怎样，没有资源这个 command line 的 editing， 好，就是编辑什么，编辑这个 mini dir 的这些讯息，好，那所以这个显然是这样，显然是可以改进的，好，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作业要求其实有写，好，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作业要求好像比你想的都难？对，没错，好，那你说我真的可以在3月21号起完嘛，哈、哦、这个我们总是要给你一个压力嘛，哈、哦、好，那比方说你就可以看这边哈，所以我们只有列出来哈、哦、就是说其实这个工具很强大，可以做到单行跟多行的那个命令哈，甚至还有历史的命令的这个什么的资源，好、哦、但是我回到刚才那个同学哈、哦、他其实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哦、就是说比方说有里面实作来讲的话有一个 readline console 里面，好、哦、他就特别指出这一段哈、哦，那原本 read line 的那个逻辑啊是很单纯的哈，就是说你看到、啊、这边有个什么，这边有个 read， 对不对？好，那我写进去就写到这个 buffer 里面啊，所以它原本的逻辑很单纯哈，但是接着呢，他开始去思考啊，去思考一些议题的啊，就是他开始想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命令哈，输入命令很长的时候啊，那会不会还是要一个 byte 接着一个 byte 去搬动啊？那其实呢，这种呢，这个同学讲到这个点哈，虽然他词上没写完哈，但是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哈。你自己想看啊，就是，抱歉，就是，就是你自己想看啊，我们讲的命令像这种东西，对不对啊？像这个，假设你的电脑跟我一样哈，或者你家有猫咪啊，或者家有小孩啊，就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情啊，这样啊。那你看这个东西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啊，你看我插打那么长的字。按下去反正是不是，他会讲什么 command not found， 好，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解析这个字串的时候我需要解析全部嘛，我需要把每一个字串都解析完，不需要，好，你只要先把那个空白找出来，好，我从头到尾只要把这个整个字串不管它多长，我只要解析出空白，因为空白是一个动作，对不对？空白有可能是一个 echo 啦，好，或是一个 ls 啦，对不对？好， 它会是什么，它是让我们决定说是不是是不是 command， 是不是有效 command，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去区分说它是不是有效的 command， 你根本就不用把全部走完，你只要找到第一个分切割的地方就可以，好，或者说或是前几个有效的切割就可以，你不需要把全部的中走完，好，所以这边也是一个什么解析的这个技巧，好，就是通常我们会想就是你总是会觉得说，哎，一个是字串的保存，一个是字串的解析，但是好玩的地方是有很多写的比较高干的程式会把字串的取得，也就是什么这个 read， 然后包含说字串的分析，它可以把它写在一起，就是用一些程式的技巧可以写。
好，然后再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其他同学的作品啊。所以注意到哈，这不是抄袭啊，这是观摩。好，哦对，有人问说这个录影会不会放？好，会啊。好，如果剪辑没有遇到问题的话，好，然后那这个同学呢，也有做蛮多有趣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唤醒对城市的热情呢？还是你会觉得挫折的？好啊，不管了，反正就是不管你什么心态啦，但是我觉得各位正在想啊，这年头真东西复杂啊，复杂的东西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精准啊，精准的面对事物啊。好，比方说呢，像这个有个同学哈，就是有个同学在提到什么抠白鹿粉丝啊，什么鬼哈，然后注意到这个都是什么？这个西元啊，根本没有 call by reference 啊，什么 call by name 啊， call by pointer 没有啊。西元只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做就是 call by value 啊，就从头到尾传 value 啊。那因为它只有数值的传递，好，所以没有什么 call by 什么鬼的啊， call by 什么鬼的都是什么？都是分类而已啊。所以注意到啊，因为我们在学习的状况下啊，我说大部分的你我啊，就是说。大部分你我应该都是有看过参考书的哈，我不太相信说只看那个学校发的那个教科书哈，或者说只看那个指定的书本，然后你就可以考试考很高分。我很纳闷有没有这种人啊，我还没认识过哈。啊，就是绝大多数的你我都是干嘛？该考古题都是有看的嘛，对不对？你看教科书看一次，参考书看一次，考古题看一次啊，然后呢补习班考前猜题看一次啊，也许你。我以前没有补习啦，不是我比较厉害什么的，是因为我把我爸我妈给我的补习的钱拿去买电脑了，所以我没有去补习，但是我有去偷听的，偷听那个补习班的那个试听的，而且我以前很贱啊，就是我就一直试听的，然后因为我猜一件事，我猜没有 我不是猜啦，我赌一件事，我赌像我这种脸皮那么厚的人，班主任不会不敢走，因为万一我考全校前几名，我是不是可以拿来用，对不对？所以 我猜他会跟我做这种交易，所以的确我就有的课我就从第一堂课听到后面，我没有每一堂去，但是就是我听好多次，而且我根本就没缴钱。好， 这不是什么技巧的事情，这不是值得什么称许的事情，只是说你我很容易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就是因为有人帮你分类你就很容易记，但是你要想西元从头到尾只是传递一个数字，还记得我刚才最早跟你讲过说西元是高阶的组合员，所以你想高阶的组合员，所以你想西元不管做多少操作，说到底就是可以对应到组合员，而且呢很容易对应到组合员，这也是西元为什么会被工业界广泛采纳。虽然西元长得很古怪，比方说你这个什么在我们那时候你所不知道西元，西元的讲座里面呢，里面这个讲座里面我们有提到什么西元老爸，就是那个发明西元的这个 Dennis Leach 啊，就是这个 Dennis Leach 呢，他就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呢，西元啊，就是长得什么，长得很古怪啊，就是很别扭啊，就是什么东西就很奇怪啊，那什么大括号啊，什么鬼啊，就是很讨厌啊。然后而且还有一些历史因素啊，就是这个历史因素像什么 STRCMP 啊 ，SDR 啊，比方说一些什么比方说这种讨厌名字啊，什么 SDRTOK 啊。你说 SDR 是因为什么鬼啊？就是 TOK 是 token 的意思，搞屁啊，对不对？这个 TOK 对不对？你会看到 token， 你会想到哦 TikTok 对不对？啊，以为是抖音，对，看到 TikTok 就跟抖，不是啊，它是 token 啊。那你说为什么不叫做Istray token？ 为什么啊？这有很多历史因素。简单讲就是说，因为早期的电脑只能接受六个字元当做。function 或是 file name， 然后就在很早期的电脑，比如60代的电脑，它只能接受六个字元，所以你会发现西元很多韩式啊，它都会故意很短，什么 SDRLEN 啊 ，STRCMP， 你注意看，大部分都是六个字元，就是因为历史因素。但是这就是很古怪啊，就是你要去记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那个 STRTOK 你还可以猜出来对不对？你还可以从 TOK 猜出来，然后给你看 CO 手，就是看它相关的。
要多怪有多怪啊，对不对？好，比方说这个，好，够怪了吧 ？strpbrk， 好，那你想 brk， 哎 ，brk 我猜是 break， 好，那个 p 那什么东西的 break？ 好，来看一下 ，what the fuck， 对不对？这是什么 ？search a string， 天哪，哪里有 search， 对不对？所以西元真的是很古怪，但是西元老爹就说什么？但是又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功，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这个啊？因为西元太多这种状况啊，所以你一定要对那种不只是像刚才的function内的使用啊，它有关它的规格啊，所以像这个他就会去想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西元它是一个高阶的组合员啊，所以其实呢它的这个它有个异常成功是因为它的编译器真的好做很多哈，西元的编译器要去实做呢，其实不难做啊。比方说，你可能知道我有一个专案叫阿妈西西啊，跟阿妈没有关系啊，是啊不跟阿妈有点关系啊，但是这个跟不是西西啊，不是西西后那个西西啊，是西 compiler 啊。所以比方说像这个什么这个阿妈西西呢，那里面呢，它就大概两千多行就可以做出来啊，就是含注解哦，两千多行可以做出来哈。那如果说你只看西元的部分，好，就是西元的实作部分，大概才1500行就可以做出来。但是这东西它不是只是 compiler 啊，它是动态编译器加上那个 just in time compilation 哈，所以它是编译，它不需要主译器啊，它自己就可以产生执行档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东西才1500行就搞定啊，但是很多程式语言是做不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所以西元呢？因为它的编译很好实做，所以它做很多取舍、哦、我们要重新想，西元存在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开发 Unix 作业系统以及对应的工具。哦、那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很多操作来讲，其实都可以对应到组合元、哦、像是那个什么暂存器、哦、所以像这个参数的传递、哦、像什么 function call 啊、哦、function call 这个、哦、所以你看我这边传递一个 size 啊、哦，这个 size 呢，只要暂存器够用的话呢，我们会用暂存去传递什么 queue size 啊、哦，所以你看到是一个什么整数，但是实际上呢，会尽可能用那个暂存器去保存去传递啊、哦。同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有没有 call by value 这个思维？不用，因为全部都是 call by value， 所以在西元来规格顺序查，它根本没有 call by value 这个词，因为全部的传递都是什么？都是 value 这个啊、哦，这个东西这个。Its value can maybe assign 这个啊，就讲全部东西都是数字，都是一个副本。好，这也是特别讲到，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指标的指标啊，因为如果你只传递一个指标，你改的是什么指标的副本啊？但是你用指标的指标就可以改到什么？就可以改到原本的物件啊。所以指标的技巧啊，那这个东西呢，在那个 Linux kernel 有很多。好，我们终于来看 Linux kernel。Linux kernel， 对，好，比方这就是我们要挑战的、要征服的 Linux kernel。好，然后比方说呢，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 list sort 啊 ，list sort。好，那 list sort 呢，在 就在这里。好，那顾名思义叫啊、哦，注意到你搜寻的时候啊，要赶快记得切换版本啊，因为 GitHub 不会找到最新的版本，好，但是我们要去接触到最新的版本。好，比方说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档案啊、哦，这个 list sort.c 啊、哦，在2019年的6月啊、哦，6月底还有变更过。好、哦、啊，对，不只要看这个啊、哦，要看这个变更啊、哦，为什么变更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针对 link list 的排序还可以追加化吗？还可以改进吗？可以、哦、而且这些开发者一直在做这件事。你看他在做什么事？哎呦 ，optimize number of code、哦、所以你看，哎，的确有在改进、哦、所以你为什么、哦、而且你看哦，你不要被这 commitment 吓到，你们对，不要怀疑，它不是程式码啊。你看人家改的程式码只有几行啊、哦，这上面注解不用管啊、哦，注解不用改、哦、所以真的改 code 是什么？这边啊，所以其实只有这个区域在改程式码。可是你看，人家花在写注解、写 commit message 花多大力气？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变更的数量。好，重新想，为什么他可以追加化啊？因为他缩减什么 comparison function 所需要呼叫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的 comparator
它可以是 STRCP， CMP， 也可以是 STRNAT， 好，就 Natural Salt Order 的那个 Compare， 好，它也可以是别的，好，但是你可以看到说，排序里面来讲，无可避免就是一直要呼叫，好，一直呼叫什么？要呼叫这个这些 Comparator， 好，那可是 Comparator 可能代价是很高的，好，就像前面那个同学有提到这种事情，好，所以现在一个最佳化的一个策略是我如何去缩减。缩减什么？缩减 comparator 好，或是这种 comparison function 所呼叫的次数。所以呢，接下来他就开始做这种分析。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讯息呢，其实是什么？是蛮重要的。而且要干嘛？还有论文可以读，是吧？好，所以注意到呢，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看到这 optimal merge source 好，所以呢，尤其在台湾哈，这时候又要抱怨一下啊，台湾人在讲话很多，就是我会把理论跟实务。会把它拆成两种，就是说啊，懂理论的人就实务就很废啊，或者说哎，实务很强啊，理论就很弱啊。但是你看这些开发者要读论文，随时可以读出一大堆啊，而且干嘛可以很精准、很有效率的去实作出来。你说他懂不懂理论？懂啊，他实作懂不懂？废话当然懂啊，不懂怎么能够分析那么多东西出来啊？他不可能只是摘录啊，他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啊？而且你看这些什么，看原始的作者啊，所以你看这个。原始作者怎么猜啊？就看 SIF， 好 ，SIF 就是作者，好，就是这个 SDF， 好，你可以查一下这在哪里。SDF， 就是这个，好 ，Anyway， 我也不知道什么鬼，好，反正就是一个，你可以从五零七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基金会，好，就是一个五零七，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什么那个那种公益团体那种东西的，好，不是公益团体，就是那种。非盈利机构啊，五零一啊，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可能是一个政府啊，或者一个非盈利机构工作啊，但是呢，你看到底下那个去 AK 的也好啦，西西人也好，也不同啊，有没有？西门子的啊 ，Red Hat 的啦，好，然后那个，哎呀，帮说这个好，这个是 Andrew Morton 哈，这是那个是 Linux 基金会的那个 Fellow 啊，那反正都是大师啊，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什么，这那去他的这个提交呢，都是要经得住考验啊，所以。所以注意到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思，花那么多把基础搞懂？因为 Linux Kernel 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哈，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学生贸然去看 Linux Kernel， 因为它是活着的啊。你要想，哎，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到技巧？因为很多时候改变像这个东西啊，它有论文可追溯，对不对？啊，就是像这个论文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论文呢，你看到这个论文，你看1999年、1993年，对不对？然后新一点有在新一点是。1995反正都很旧的论文，但是怎样，它在 Linux Kernel 重新发展。你看这个修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019年啊。那你看这个开发者为了要在2019年，为了要克服一定遇到一些效能问题啊，所以他把过去的论文找出来啊，他找到1993、1995、1999年的论文，然后去评估、去实作啊、去讨论，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想就是说，我们其实学习 Kernel 是要去想啊。除了看懂当下那一段程式码，那是最好哈。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哎，要知道它改进的方向。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哦，像这个，我们刚才改程式的方法，就跟这个 Linux 可能会有点像。好，虽然乍看好像觉得好像你好像很难想象哈，但是注意到啊，这个我们现在看我们的 prototype， 好，是像这个啊，所以你看哦，你注意看我们那个 prototype 啊，也是什么？也是这个。啊，一个 pointer 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就会有这种东西哈。然后就是你看 Linux kernel 的那个什么 list sort 啊，它跟那个平常我们之前写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啊。但是你可以看到精神相似的哈。这个不要被搞混了，它的参数没那么多个哈，它参数就是三个啊。这是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 function pointer 啊，所以注意到啊，这写这么长它是 function pointer 啊，只是包含什么？包含说它的 function prototype 啊。所以呢，这个最后一个参数是 function pointer 啊，那接着我们就看什么？就看这个区域，这个跟这个啊，好，这个 head 你好像就经过之前的那演练就比较有概念，对不对？好 ，PRIV 是什么鸟啊？这个东西有梗啊，来看一下 PRIV， 好，然后这时候你发现什么？哎，这个 PRIV 竟然什么？原来它的东西是给谁用的？给 comparator 用的啊！来看一下啊，看到，你看这个东西传递给什么？
给传递给 comparator 啊，所以呢，显然什么 comparator 是什么？是有学问的，学问，所以注意到啊，所以它的 comparator 是对啊。那为什么会有个 PIV 呢？啊，这个 PIV 就是 private 啊，就是私有的意思。好，为什么它会有个私有的区域？因为呢，我们在排序的过程中，我可能不是一个执行区在排序，我可能有多个执行区在排序啊，所以注意到多个执行区啊。就跟这个 strtok 一样、哦、strtok 有个 r 的版本、哦、有 r 跟没有 r 的差别呢，就是差在什么？会多一个空间、哦、所以注意到呢，因为我的比较的时候呢，我需要一个空间，避免说一个执行序排序的时候是正常的，两个排序可能会这样，资料 会造成 race 那个 race condition、哦、data racing、哦、那所以导致结果不正确，所以我们在排序的时候呢，会给它一个空间、哦、去干嘛？去做。比方说排序中间会有一些暂存的东西的、哦、它就存在这个区域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 Linux kernel 跟我们平常写程式不会可能不会有太大差别，对不对？ 你看到这行的时候你就觉得对不对、哦、或者看到两个星号的时候对不对？你看到两个星号瞬间怎样来两个星号指标的指标干嘛？再搭配什么？再搭配 address of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指标的指标的技巧，对不对？你看到这边星栏应该会心笑，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那个指标的训练，很多同学就会这样直接忽略掉这样。如果你忽略掉这一行，你后面就不用看了，对不对？因为你连人家用什么技巧都没有搞懂，对不对？好，而且帅吧，这个竟然跟什么东西有关？竟然跟什么 clear bit 有关，有跟那个 count 有关，对，不要怀疑，又是什么 bwise 的操作？好，所以你看这段程式码，其实你认真看哦。它扣掉注解其实短，扣超短啊！我找给你看，哇，这个东西真的，有时候看看就觉得那种感动，对不对？就是好像窥探出什么天底下的那神秘知识一样。好，你看到、啊、我把这个扣抓下来，这个抓下来呢，先用 WC 来看一下哈，这个看一下这个三角 list sort。好，你看到、啊、它258行啊，但是呢，真的用什么 COOC 去看？只看那个什么程式码的部分，那你发现很好玩，只剩程式码的地方只有109行，对吧？啊、哦，真正的程式码只有109行，但是这样蕴藏各式玄机，对不对？像刚才讲那个指标的这个什么技巧啊、哦，还要在什么，在这个啊 bit clear， 所以这个还有 bys 的操作啊、哦，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把code写那么精简很重要？因为 Linux kernel 就是又要高效呢，又要有弹性。又要程式码精简，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循环，所以我们平常都要做什么训练？好，好，那所以呢，这边来讲话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搭配看这个其他同学的作业，好，而且如果你也可以提交，好，那我有空也帮忙批改，好，然后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没办法探讨这么多，好，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善用什么？善用这讨论区的这个单元功能，好，这个单元功能太好用了，好，这个就是可以观摩其他同学的作业，然后我上面也会有一些必要的跟媒批，好，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相关议题呢，欢迎在这个这个系统课程的讨论区，好，提出来讨论，好，谢谢大家。